各位观众，咁而家咧现场咧系正在咧系进行为咗悼念中国已故嘅元老邓小平系进行一分钟默哀噶。球證嘅哨子聲咧，就係亦都一分鐘嘅默哀嘅時候過咗啦。咁啊，我哋而家喺大球場咧，同大家咧播呢一場賽事咧，就係亞洲區98年世界盃外圍賽嘅第一場賽事啦。名單方面咧，香港咧17號陸家榮，5號陳志強，6號顧錦輝，7號歐偉倫，9號巴貝利，11號李健和，12號焦仲文，14號張志德，15號羅繼華，18號宋連勇，以及23號嘅陳偉超。總教練係郭家明噶。咁啊，至於南韓方面咧嘅陣容咧，大家都好關心啦。咁啊睇到啦，咁啊一號咧就係金炳子，4號崔英一，6號李基恒，7號金泰影，8號尹正門，9號金道芬，11號徐正元，12號金雲珠，14號高宗秀，15號柳湘鐵，以及11號嘅劉朴健下噶。咁啊教練咧就係呢個車凡根。咁而家咧中間呢位球證咧就係小川佳實，咁佢係日本方面咧派嚟噶，咁啊現年37歲，佢對香港咧並不陌生啊。咁啊去年咧喺香港進行嘅亞洲杯外圍賽，香港對中國嗰場賽事咧就係由佢執法噶啦。嗱呢位咧就係小川佳實啦，咁佢自己咧就係一個高校嘅體育老師嚟噶。好啦，咁啊球賽咧就好快展開噶啦，咁啊而家咧就係仍然咧係做埋多少咧係手續，咁就會展開。嗱，呢場波咧就係香港啊喺今屆嘅世界盃外圍賽嘅第一場嘅賽事，當然香港咧希望敲響勝鼓啦。咁啊，但係賽前咧一般咧認為咧就係南韓嘅實力咧係稍高於香港。咁啊，雖然間咧佢哋有若干名啊主將啊因傷呢場波咧冇上陣，咁啊但佢哋咧仍然咧有一定嘅實力啊，起用曬好多年青嘅球員嘅。我陣間睇睇佢嘅表現又點啦。咁啊，香港隊咧亦有傷兵嘅，譬如話好幾個啦，譚伯士啊等等嗰啲都唔能夠上陣噶啦。咁啊，但係咧就照上一場波啊，最後一場熱身賽對入大阪櫻花嗰場波嘅表現咧，亦都係唔錯噶。咁就寄望啊，係香港隊咧今場波藉住主場之利咧，就打翻一場好波。咁啊，當然咧希望旗開得勝啦。退而求其次咧，都希望咧就係逼和對手，然後打第二回合嘅賽事啊！大家見到鏡頭呢位就六號嘅李基恒啊，奧運隊嘅成員啊，喺呢個皇朝杯咧係曾經喺香港球迷嘅面前獻過技啦，亦都係入過一個好靚嘅入球啊！呢場波咧佢就係中場球員嚟噶嚇，佢嘅遠射腳頭咧係值得香港嘅防守球員同埋龍門啊陸家榮嘅注意嘅。南韓隊咧，亦都係對今次嘅賽事咧志在必得，希望能夠連續4屆咧打入呢個世界盃嘅決賽周嘅。咁而家嘅教練咧，就以前啊，有亞洲黑色匕首之稱嘅車凡根，11號就徐正元啊，係南韓隊身材最矮細嘅，但係速度亦都係最快，100公尺聽講係11秒6啊，即係話佢速度好犀利啦。咁啊，睇下今日。年紀啊，達到39歲嘅張志德都可唔可以鉛制到佢啦？18號就宋連勇，啱啱咧就係轉為本地嘅球員，亦都可以咧喺呢個世界盃外圍賽趕一次上陣。當然亦都咧有助香港隊加強中場嘅實力啊！嚟嘅球賽開始啦，着起全白嘅咧就香港隊，紅衫黑褲右攻左嘅咧就係南韓啦。咁呢個波咧俾翻陸家榮先，咁啊陸家榮攞定咧大腳踢出嚟。又俾對方啦截到呢個波，咁跟住見到咧尹征換咧一個直線，再搏一腳好咗，陳偉超咧及時咧殺過嚟呢邊咧攔橫咗個波，而家顧錦輝同對方咧鬥略，咁啊最後咧睇下羅繼華點啦，雞踢啦，唉好彈翻嚟後邊，唉陳偉超啊踢失咗喎，呢個波踢咗落去南韓隊球員嘅腳下，咁而家揾下機啦，一個地波撳埋嚟先，宋連勇咧從中咧攔截到呢個波，要還咧俾李建和，李建和一彈彈前焦仲文咧出翻喺後邊。啊！陳志強咧彈喺前邊，啊跟住嗰個衞倫心口浪，跟住咧比後呢波比得大力嗰頭啦，咁啊落咗落咧徐正元咧腳下，徐正元想滑去，咪亦咧係俾香港隊嘅守衞咧撞橫咗，而家張志德細鬼咧攞到個波咧俾李建和，和仔放個高波喺前邊，而家高嗰頭啦，流出咗之後咧，而家落翻落去呢個客軍球員嘅腳下啦，呢個咧金圓珠啦彈翻埋嚟中間。一比咧，系俾咗呢個咧15號嘅柳湘鐵，再被扯過嚟右手邊。慢慢啲，咁而家咧開始咧稍稍咧慢翻多少。
仍然在中場猜啦，猜過嚟呢邊啦。金元珠咧攞到個波，咁左後防嘅球員右腳拉個地波咧過嚟呢邊啦。嗱，咁啊睇你點啊？呢個咧好高速度嘅徐正遠啊，出到波添啊！但係咧俾顧錦輝咧一頭咧頂出。咁啊，日本籍嘅國際裁判咧話呢個波咧係金正遠出波嘅時候咧已經咧係個波碌咗出去底線出邊咧，因此咧係俾香港隊嘅一個球門球啊！咁啊，守門員陸家榮啊，呢個咧就日本籍嘅國際裁判，今場波咧負責執罰呢一場波。好啦，陸家榮亦都好審慎啦。咁啊，寄望陸家榮咧係定啲啊，點得咧喺上一場嘅熱身賽對大阪櫻花嘅時候咧投一球波咧係出咗錯噶。好啦，陸家榮開出一個高波出嚟先。咁啊，跟住咧見到咧金元珠嘅頭槌咧頂佢前面啦，而家九號嘅金步芬有一斜傳過嚟，大家呢個波出得唔靚啊！哎呀，好彩嘅機會啦，輸波啊！呢個波點解咁空啊？機會咧係俾對方嘅高中秀咧就係首先啦打開紀錄，哇！呢個波都好危險啊，真係慢鏡睇睇啦。好彩咧呢個高中秀嗱睇睇啦，陸家榮出唔到噶，俾佢起到腳啊，可惜咧佢篤啊啄呢個波嘅時候咧啄高咗啦。如果啄低啲咧可以打開紀錄啊。咁啊，你話如果上半場有兩分半鐘嘅話咧，香港啊主場先失一球嘅話咧，呢場波嘅後果真係不堪設想。好彩咧高中秀咧射得出界。陆家榮開了呢個球門球，但是在中場亦都被南韓的球員頂翻轉頭，好鏟出陳學佳外球啊！七號嘅歐偉倫翻嚟咧鏟出界嘅，抌落呢個底線，又係咧金鐘秀，咁睇嚟佢速度亦都唔弱嘅喎。第一條主落留俾咧徐正遠，死啦死啦！好彩咧鏟到出翻嚟，最後咧李健和解圍。短短嘅三分鐘嘅時間咧，香港隊已經有兩次輸波嘅機會啦。個南韓而家中嚟啊，撇過嚟係左手邊，俾七號嘅咧就係咧金泰影，再俾翻後邊金泰影尹晶換，移翻後邊咧俾柳湘鐵啊，亦都係奧運隊嘅成員啦，嚟過香港打啦皇朝杯噶啦，一頂啊頂俾咧係呢個咧係高中秀。但是球證話呢個波冇事啊，最後咧成為香港隊嘅球門球啊！停一停先嚇，羅繼華翻嚟咧係協助防守嘅。咁由於咧鐘浩然咧喺過去嘅一個星期咧都不斷係有病啦，咁就有時又發燒，咁啊對於啲操練方面咧就係冇操得陸家榮咁足啦。咁郭家明咧呢場波繼續用翻咧陸家榮咧係打龍門噶。趙作文點樣先？阿宋前咧又係唔到腳，好啦，徐正源同埋張志德同時間去彈翻俾十一號嘅徐正源，再送翻後啲，嗱一篤出咗界啦，俾宋連勇咧篤咗出界。咁啊，講翻十八號宋連勇咧，其實呢場波啦，佢能夠趕得切出場咧，係對香港隊好大幫助。咁但係可惜啦，係佢喺南華嘅隊友啊，鄭少聰咧。在賽前的體能的測驗呢，郭家明都認為他呢暫時的狀態未有很 fit， 所以沒有份在這場重要的外圍賽裡面出場了。後面名單上面也都是找不到鄭少聰的名字，連後備都沒有做的。基本上呢南韓都可以控制到個球的，金泰影送上一個直線入禁區，結果呢慢慢出了界。所以咧上半場咧，而家打到咧係五分鐘嚇，咁啊以呢邊咧就嗱，而家著西裝打領呔嗰個咧就係車范根啦，咁啊曾經咧係嚟香港打波咧對住蔡玉宇咧搞到佢咧抽筋㗎，咁啊當時咧呢個第一中鋒咧對住我哋當年嘅香港第一中堅咧就都有一段距離，咁啊今日咧佢就坐喺場邊咧作為呢個領導啊，咁啊佢都係最近先至係最接兼任嘅啫，舊呢個領隊咧就喺亞洲杯輸咗就被炒友啦嚇。好啦，睇翻場上面，咁啊張傑德一路咧想話頂個波上去，但係冇用，俾對方咧撞翻過嚟，街外球。個細鬼咧就係而家陣中咧最大年紀嘅球員啦，咁啊39歲噶啦嚇。好啦，呢邊咧超請攞到朱仲文，想話俾佢直線俾唔出，再送翻過嚟巴貝利劏入中間，有機啦。呢邊咧羅繼華咧拉唔翻，嗱巴貝利咧仍然得個波落地差翻定，睇下點先，再斬埋後邊咧。好明顯，咁係頂到係好嘢。金炳智咧完全咧唔需要咧有咩危險嘅情況之下咧救出個波啊！個波咧立即啊開出嚟啦。嗱呢位金炳智現年26歲噶，係現代球會。嗱我哋睇呢個慢鏡啊，巴貝利睇到一斬埋嚟中間，
欧卫伦跳起，嗱呢个波咧佢冇乜力，弹落地下咧亦都系可以讲啦，有惊无险嘅啫。嗱，从呢个角度睇睇，不过咧有呢咁嘅攻势咧，我哋都值得咧系鼓掌啊，因为香港队咧并唔系话全面咧系被攻啊，完全咧系好愉快呢个波啊。欧卫伦咧近期咧个状态咧好 fit 啊，咁希望咧香港队咧咦有攻有守啊而家啊，咁啊当然虽然大部分成日被攻，不过仍然有呢有威胁嘅攻势。有相铁避过咗，俾翻中间好波之人尹晶焕啊！嚟香港打王朝杯咧，打得相当出色啊！尹晶焕俾过嚟呢边李基恒，睇下点先，一路推推落啦，落唔落个底咧？唔落，吸翻转头，哎呀，最终咧个波咧系出咗界啊！咁啊界外球嘅啫吓，嗱呢边咧睇到冠铭仪啦、梁守志啦，咁啊冠铭仪中间同梁振宇中间咧就系郭嘉明啊，啱啱咧系夹咗埋喺中间，咁但系各人咧都同一个目光啊，睇到个视线啊！阿陆家荣咧，哎呀，呢边咧有个球员咧系南韩嘅球员咧跌咗地下，咁喺中圈度噶，咁啊而家咧啲医护人员咧立即出嚟咧系睇啲咩事，咁因为咧依家时候咧就相当之划一噶啦，一有事咧就原则上咧要外离场嘅，就是、中间嘅柳湘铁，好啦，而家睇翻郭家明啊，咁啊郭家明咧喺香港队咧就系、是、球员同埋呢个教练期间咧都可以讲啦话啦攞到相当好嘅成绩啊！1977年打世界杯咧，佢系外围赛带领队长身份带领出线啦。1985年咧教练身份咧带领香港队出线噶。好啦，睇翻场上面，柳湘铁冇事啦，陆家明开呢个球门球，中间冇啊，完全冇香港队人啊！咁啊俾对方球员攞到，朱仲文埋嚟咧喺包嘅时候咧，好在后边咧仲有一个陈志强将波解围。好呢边咧，哎包贝利想追嘅时候咧，包贝利可能咧知道对方顶出界，所以佢唔追啊。界外球，咁迟迟咧，而家后上啊，超仔陈伟超咧上嚟打，咁啊陈伟超咧追随咗郭嘉明好耐噶，由1980年青年军开始跟佢噶啦，喺、哎、呢、這个波咧冇越位啊，依然咧超仔一级，咁啊右脚佢唔多熟，唯有咧短传送落俾巴布利一样咁叻，嗱左脚佢出到啦，今次哎呀对方球啊后卫好嘢啊，一担担落啊呢个波，如果俾阿超仔出到嘅话咧就危险啦，波都唔怕，而家有角球啊。冇錯啦！而家香港隊咧逼加個角球啊！咁啊，在場嘅觀眾咧不斷咧鼓掌啊，替香港隊打氣噶。啊，香港隊咧能唔能夠咧呢場波咧係打翻場爭氣嘅波啊？好啦，而家巴貝利咧係準備替香港開角球，右腳內彎，中間貼門落，哎呀，守門員咧擋唔到噶。咁啊，南韓隊嘅守衞咧頂出，蕭仲文咬翻埋嚟中間，跟住咧顧錦輝咧頭槌咧就揈埋去。呢、这個波似乎咧，顧錦輝心急啲啊！如果有隊友睇提佢咧，可以心口朗朗射都得噶呢個波。嗱，你睇睇啊，呢個波啦，冇人掹到噶。顧錦輝攝個位好靚噶，可以心口朗噶呢個波。哎呀，如果有隔離左右嘅隊友睇提佢咧，空定個波嚟射都得噶呢個波。咁啊，南韓嘅守衞啦，第一次咧出錯啦，睇睇呢個波，顧錦輝其實可以朗定射都得噶。咁啊，心急之下咧，頭槌咧頂斜咗呢個波，香港隊咧失一次埋門嘅機會啦。你啊，見到咧？柳湘铁咧攞定波，扫把脚咧侧过右手边先。嗱，南韩队啊着红衫黑裤啊，而家佢系进攻紧喺前场，一个地波位失咗，俾超仔咧连波攞埋，跟住一弹巴贝利啊，都系攞唔到呢个波嘅。好啦，睇下点啦。好，侧过嚟左手边，又俾咗呢个徐正源啦。徐正源喺左边都几活跃噶，睇定佢啊，唔去得，踩翻去后边。金泰影找埋嚟中间，哎，亦都有一个咧头槌攻门嘅镜头，但系飞到尽咧，紧紧咧就揩到个波啫，呢个波咧顶唔正噶，佢亦咗咧出咗底线啦，睇下呢个慢镜，飞到尽噶啦，紧紧啊揩到多少嘅啫呢个波，我正话咧顶完波嘅呢个咧就系朴建夏吓，朴建夏，好，陆家荣咧系替香港队啦开呢个球门球，都几靓，一开。我前場兩個都頂唔到漏曬，李建煌擁人啊，冇錯啊！和仔咧出術喺後邊咧，扼扼對方條腰骨啊，扼扼咧呢個咧就係金泰影嘅腰骨啊，頭正咧睇得好清楚，吹罰李建煌。啊！呢個咧李晶換咧即刻咧開個快開個罰球咧，俾咗崔英一再彈過嚟右手邊，李基恆唔去得，扣翻後邊隊長嘅崔英一啊，再度咧轉翻過嚟呢邊左手邊。有金泰影啊，攞波第一時間咧，執翻後邊先，咪又俾翻咧呢個咧柳湘鐵。香港嘅球員咧喺中場咧焗得對方好緊要，因此咧佢哋嘅防守球員啊冇辦法將個波咧送過去前邊，唯有咧打橫左差右傳。嗱呢個波俾啦，飄回失失唔到，反而最後都失招仲文攞到俾咗巴貝利，巴貝利喺前線快咗大力個頭啦，快咗快咗頭啦，追唔到噶，就算全速都追唔到啊！羅繼華呢個波冇辦法追到。咁啊，南韓隊嘅界外球啦，一抌啦，抌翻入嚟先。
手伸直傳過嚟呢邊嘅金元珠，再嚟一個橫傳咧，撇翻過嚟左手邊咧金泰影。而家金泰影直線咧喂喺前邊。哎呀，好呀，招仔減粗咧，拍咧對方嘅腳，柯偉倫死追。嗱，回翻後咧就唔用得手嘅，焗住用腳嘅啫。哎呀，你都算大膽啊！這個咧金炳子啊，哇，拖過咗咧柯偉倫，如果過唔到啊，有難啦。這個波點？咁啊話咧，宋連勇咧犯規在先。球證咧口頭警告佢吹咗停，吹停咗咧仲得還個波咧，因此咧係不君子嘅行為嚟噶。尹晶換咧替南航轉嘅呢個罰球，一個高波咧啄去前面，顧錦輝睇點啊？係冇錯，壓住佢，讓個波咧流出去底線。咁啊，已經咧就係上半場啊，打到成接近13分鐘噶啦，雙方仲未打開紀錄啊，仲係0-0嘅。呢場波咧好多南航嘅球迷咧入場啊，咁啊見到咧南航國旗嘅地方咧就係有啊。我見到有啲警察叔叔咧，亦都埋去啦，咁啊應該冇乜事嘅。咁因為咧呢啲咁嘅南韓球迷咧，係替佢哋國家嘅球隊打嘅時候咧，有啲嘅聲浪啊、動作啊，可能咧會有少少過分少少。但係希望佢哋咧都係能夠咧係盡量享受呢一場比賽啦，無論輸贏係點啊。宋連勇呢個波係解圍啦，應該係冇乜目標嘅。咁喺前面咧，俾呢個金珠有機會咧單刀波徐正源，但係球證咧應該係吹咗係越位啦。冇錯啦，喺熒光幕頂嘅日本籍嘅旁證咧，就係睇到越位嘅。啊，睇下呢個波有冇越位先。咁啊，老實講呢個角度咧，頭先個慢鏡頭睇咧，我哋都冇辦法可以咧判斷啦。高波推人啊！香港隊嘅後防球員陳志強啊推人啦。咁其實咧，南韓今次咧有幾個主力嘅球員啊受傷啊，咁啊對咧香港隊嚟講一個好消息啦。佢哋嘅前鋒何石洲啊、黃先雄同埋後防嘅黃明普呢三個咧主力啊受傷啊。有機會喎，喺禁區入邊咧喺12碼點嘅左右咧係頂到呢個波嘅。金道芬啊係頂到呢個波。對香港隊嘅龍門陸家榮造成一個威脅，佢頂咗出界，咁啊打咗咧十幾分鐘咧，咁啊暫時嚟睇咧，除咗開波之後兩分鐘咧，啊南韓就有一個單刀波高中手唔入之外咧，大致上咧打落去都幾平穩下噶。咁除咗穩手之外咧，八三嘅主隊啊間中有啲高波啊以及突擊咧，都係令到在場嘅球迷咧幾興奮下噶。嗱兩個同時間你頂，顧錦輝咧頂咗出嚟。隊長嘅崔英一送過右邊嗰邊，日本裁判俾咗南韓嘅界外球，冚落呢個底線，高中秀又嚟啦，俾入去中間，有啲誤會喎，再鬥翻過嚟，好彩咧張志德咧包入去中路，踢翻出嚟先，咁但係仲喺咧大概廿碼個位置嘅，逼落呢個底線，唔攞啦。呢、这個波係球門球嚟噶，我都奇怪點解呢個南韓嘅球員咧，李基恒啊，咁勤力咧呢、这個波，明明出咗界都想咬翻轉頭，原來咧最後捉球嘅佢。咁啊，郭家明咧都擺咗好多心機喺呢次重組嘅香港隊嗰度噶啦，啊真係又度好多計，安排好多嘅熱身賽，又去日本嘅集訓，足足咧忙咗成3-4個月。咁啊，今日係交成績表嘅時候咯喎。咁啊，暫時嚟講咧唔錯嚇，冇乜赤字。暫時嚟講，香港隊打咗咧16分鐘，打得唔錯噶。所以咧，係在場嘅球迷而家傾向咧係向香港隊啊打氣啊多過咧就係咧做其他嘢啦。好啦，咁啊而家咧罰球咧開翻，咁擺喺中間。阿劉呢個崔英一，咁啊崔英一咧亦都係94世界盃成員之一嚟噶。好啦，邊線咧，大威今次俾咗朴建下啦，朴建下走過嚟邊線再彈喺後邊。都幾密啊！香港隊防守一埋嚟中間，顧錦輝又頂出嚟啊！真係好嘢，老路中橫啊！攝波又靚，球傳又好，再埋嚟高波係咪顧錦輝咧？今次唔係啊！陳強咧頂一頂對方球員，顧錦輝咧都頂唔到，但係唔怕，後邊嘅陸家榮咧亦都出嚟咧，立即將個波接到。啊，家榮咧叫啲球員咧向前走先。啊，顧錦輝咧就啊，真係咧呢個球員喺中間咧令到香港嘅球員同埋呢個球迷都覺得一個好穩陣嘅感覺。好啦，呢邊咧歐偉倫頂到後邊。
边咧，崔英一头槌系呢一批。哎，李建华再弹中啦，个越位啊，越位啊，但系球证冇俾喎。呢、這个波咧又入咗，唔知点搞啊！因为旁证咧举止旗而家都未落啊，啱啱呢个时候先落旗咋，球证啊睇唔到。哇、啊，真系阴功啊！如果入咗有孤港啊，好啦，睇翻呢边，哎呀，呢、這个波咧细个咧交咗波，再执埋嚟呢边咧转翻转好在，呢、這个波咧交大力咗啊，咁啊大力咗冇办法，咁啊陆家荣咧出嚟咧系接住个波嘅。哇！頭先南韓嘅反擊得相當之快啊！好啦，咁香港隊咧，其實重組之後咧，打咗七場比賽啊，咁啊分別咧就係三勝三和一負，咁其中一場和波咧，剛剛咧對大阪櫻花場咧就打和嘅，贏十二碼嘅啫。好啦，今次咧就落嚟俾金大英頂到，中間咧柳湘鐵一出嚟咧已經截到個波啦，好短，咁啊仍然咧隊友撞牆俾翻柳湘鐵，轉個右手邊啦，冇錯，咁見到呢邊咧有走位，咁啊呢個波弊啦。脚嗱后边咧，巴布利快唔快咧？巴布利又唔够快，队长崔英一出嚟猜，招仲文咧执翻落嚟，但系可惜咧尺寸咧大力咗少少啊！如果呢个波尺寸啱嘅话，落到巴布利脚下咧，应该咧系一个有威胁嘅攻势。不过可惜咧就系大力咗少少啊，冇计。好啦，呢边咧就平轻再开翻出嚟，咁啊俾翻呢个金大影，咁啊金大影咧再猜埋中间，队长崔英一。九四年世界杯有份踢，嗱喺在场除咗崔英一之外咧，就系徐正源啦，南韩嘅徐正源亦都系九四世界杯有份落场，徐正源仲有波入过嘅添噶。好啦，一转转过嚟睇睇博健头攞唔攞到膊头啊？挨、哎、球中啊，唔系膊头添啊，就系、是、打中手啊 ，handle 啊，咁呢个咧系博健诶呢个徐正源啊。咁啊头先讲紧佢啊，就系咁啊对西班牙咧，九四世界杯对西班牙一场咧有个入球啊，打和西班牙嗰年咧南韩就威啦，和西班牙和玻利维亚系输俾呢、這个。德國咧出唔到線嘅啫嚇，好啦，後邊陸家榮擺定，咁啊滋滋油油啊，梗係噶，唔使咁急啊嚇，因為成日俾人攻住嘛，咁啊慢慢嚟睇下。好啦，後邊呢個波咧，歐偉倫有啲咧恐人嘅動作，咁啊球證亦都睇得相當清楚。哇，呢、這個球證好嚴喎嚇，咁啊有少少不滿啊，球證咧小孫家臣立即咧衝埋嚟，咁啊口頭警告歐偉倫。好啦，開翻過嚟右手邊。李基恒一个直线，咁啊博健下咧唔够咧，宋连勇快一脚，呢边罗继华啫，先后边咧就柳湘铁帮到埋嚟，哎呀，我以为俾阿鸡咧偷翻添，后边咧睇到呢个守门员咧金炳志今次就大脚啦，因为咧好似冇人掹佢，中间咧好嘢，又系顾锦辉咧埋嚟顶啊，又顶到啊，又掂啊，啊木嘴辉咧真系好嘢，好啦呢边啊睇睇李基恒一执执落嚟，哎呢个波高中手咧系俾对方球员框框啦。高中手咧就系喺在场当中咧最后生嘅球员啦，咁啊陈伟超将佢困跌，高中手咧18岁嘅啫吓，个速度亦都应该有嘅，请睇呢位嗱呢个波咧陈伟超夹硬咧系拉一拉佢啊，因为如果唔拉佢嘅话咧，佢分分钟有机会咧一个直线啊系放落底线噶，呢个波咧跌咗喺度咧都要拉一拉佢啊，挖刮佢，呢位咧高中手18岁，好啦，高中手展开过嚟，哎呀破晒龙啊！講到年齡咧，其實咧，而家韓國隊落場嘅人數嘅平均年齡咧24歲嘅啫，香港隊平均年齡咧係29歲幾咧，接近30歲嘅，咁明顯咧喺呢個年齡上面咧都有一段嘅距離。嗱呢位咧係謝凡根，咁最近咧就是、由於呢個南韓隊啊前教練呢個朴宗煥咧嘅成績唔好，咁因此咧就接由佢去接任，咁可以講到話係了斷之船啦，因為咧已經係向呢個德國啊等嘅地方咧效力咗一段嘅時間㗎。好啦。顾锦辉又杀晒，不过呢个波咧唔系好型啊，高而不远喺中圈落，咁啊对方咧李基仁顶到，再嚟呢边咧就陈伟超啊，真系陈伟超咧表现唔错啊，又再挂埋中间，欧伟伦实行去冲啊，咁啊冲唔到啊，后边有人冚上咧，李建和快一脚入，咁啊但系咧先跛脚冇力啊，后边咧俾到尹正文攞翻，尹正文猜马啦，咁猜佢，猜俾队友脚尖尾又贴翻俾到尹正文，追唔追到咧？睇你追唔到啦啩，冇错啦，你呢个宋连勇咧好勤力，立即咧系抌翻波入嚟，招俊文一嗌。后边冇人啦，一再送啊入埋呢个波咧，冇办法，送唔到都俾自己队友。如果送到俾自己队友，有机啊！咁送唔到之后咧，个呢个白衫嘅香港队球员立即回防啊！中间睇咧，霍建啊，转过嚟尹清焕甩咗，李建和依然和就攞翻，送个前锋巴布利，巴布利转身未有人啊！而家送过嚟欧文伦，哎呀，呢、这个波冇啊，大力咗呢、这个波咧，因为咧欧文伦走嘅时候咧已经咧起步唔够金元珠快啊，咁啊所以金元珠顶住佢咧，俾守门员咧系。金炳之出嚟接到，再出中间，哇！呢、這个波中啊，不过球证咧是彼得嘅，比赛继续。尹清焕好波，呢、這个拉空啊，睇到咧系右手边咧有呢个金泰影埋嚟，金泰影边线吸定，李健武好勤力都回防，掹佢中间有文顶咧有，不过香港队啊又系光啊呢、這个陈强顶到出嚟，再执落嚟喺边线，
咁啊，南韓咧呢個咧十八歲嘅高中生轉到身啦，轉到啊，好波呢個波，睇下點知同隊友做撞牆係咪咧？唔係啊，自己過埋添啊，喺禁區邊罰球啦！呢、這個波有啲危險喎、啊。唔應該喺呢啲地方咧，又係犯規㗎。陳志強，你老襯啊，真係老襯啊，好容易輸波㗎，因為咧南韓嘅球員咧個球咧相當之勁㗎，喺呢啲地方咧輸波嗱，睇睇嗱。粗咧踢跌人嘅呢、這個咧就係陳志強啊！嗱，希望嗱，仲有慢鏡睇嗱，又個間粗咧踢跌人嘅嗱，希望呢個罰球咧大步攬過啦，真係要大步攬過得啦！咁啊，南韓球員呢腳球非常之重噶，喺呢啲地方輸罰球咧就好不智嘅，好容易咧會引致輸波嚇。咁啊點啦？人場又排好咗啦，香港隊球證咧就好審慎。指點咧要人牆咧離球十碼，咁啊見到咧就指手畫腳四號呢個隊長咧係崔英一咧就咧點啊？哦原來粒射，哎呀都好險啊！呢個波粒得好陰啊，直情咧用左腳咧粒翻去近處嘅上角啊！好彩歪啲啊，低啲啊，陸嘉玲撲唔撲到都未知之數啊！接話射呢個波嘅咧就高手高中秀啦，睇佢左腳。上角度落嚟啊！哇，爭少少啊，真係爭少少咋！仲有一次慢鏡睇啦，呢、這個角度睇，如果凹埋啲咧，可能咧會入網都未定啊！好啦，咁啊，記取呢個教訓咧，希望咧就係香港隊嘅守衞喺呢個範圍咧，先其實唔好無謂咧係輸啲咁嘅罰球啊，真係好危險啊！好，一送前咧賺到宋連勇，咪過咗嚟呢邊，過嚟呢邊咧，而家見到呢個金泰影咧左路傳出，哎呀，頂到！出嚟！咦，呢一個快射亦都好具威脅啊！峨眉月頂啊，哇！一落咧即刻嚟一個勾射啊，右腳勾射啊，徐正源嚟嘅呢個。徐正源咧起咗好快，嗱一落跟住喺峨眉月頂啊，跳跳過一個即刻坐低咧勾射，但係又係射高咗多少？咁啊呢輪咧就險象橫生啦！香港隊嘅禁區入邊啊，打穩定啲，慢慢嚟。啊！陸嘉榮咧開呢個波過嚟呢邊先，細鬼頂唔頂到？哎呀！咯，呢個波咧仲要咧吹罰呢個徐正源添喎，因為咧佢成個咧騎上去細鬼嘅背脊嗰度咧頂波，自己落低咗咧，仲要吹罰。啊！得啦，慢慢嚟啊！宋連勇咧準備咧係睇香港隊只踢呢個罰球，睇個款咧都係都擺中間噶啦。冇錯啦，都擺中間包佢哋救攞位，兩個頂唔到一流啊！好想肚腩朗朗咧，跟住咧解到圍，跟住細鬼咧頂翻出嚟呢度咧，又見到啊！金泰影咧頂出，又揾波，哎，卒之咧就係李建和揾得快啦，呢、這個波揾到，哎呀，失格啊！想話俾包佢哋俾啦，俾得唔鹹唔淡啊，真真正正。哦，你好啦，睇唔到，和仔一射散到，唯有咧用腳，這個波咧就。未啦，出啦！最後一腳咧都出界，最後一腳咧都係出界。而家見到咧係南韓嘅守門金炳子，再睇睇慢鏡呢、這個波，金炳子出嚟咧就用腳還個波。好啦，繼續比賽，香港都有翻啲攻勢啦。而家阿雞羅計劃一個人上去去唔到，一斬中嘅時候咧又省到呢個李基恆一個。腳咧係彈出去橫邊界外噶，咁香港隊由李建和咧抌界外球啦，抌俾宋連勇，攬個提防咧，即刻咧殺一個出嚟，再俾過嚟呢邊，金泰影俾翻後，咁隊長嘅崔英一咧出前頭槌咧頂翻埋去，好扣得幾兩喎，呢個波咧就係撲邊下，一俾咧俾咗咧呢個李基恆啊，帶咗前咧彈過右手邊，有孫仔啦抱住啦，幾好打腳噶，哎呀，好彩你出得曳啫呢個波。呢、這個高中秀咧，幾下打腳同埋速度咧都相當快。咁啊，照睇咧，南韓嘅邊陲嘅側擊力咧非常之強啊。右邊嘅高中秀咧，同埋咧喺左邊嘅徐正源啦，呢兩個矮矮細細嘅球員啦，腳法唔錯，速度亦都係好高嘅，因此咧就係、是、喺邊陲咧係策動唔少嘅攻勢噶。上半場都打到成25分鐘啦，仲未有紀錄啊，0-0。繼續在中圈有一個高波，何繼華咧斜傳俾李建和，漏油啊，有機會入波啊！香港隊成場波打到上半場最好機會就呢一個啦。
我話如果南韓球員漏油咧，掂噶啦。啊，呢、這個球員咧可能聽到我講啊，真係漏油啊。嗱，不過咧，李健和呢個波就射得比較差啲。佢原本可以打開紀錄嘅機會咧，就係因為個波射得唔好咧，亦都係自己射咗出界啦。咁啊，再繼續比咗落去咧，相信咧香港隊嘅球員要好努力，好努力，同埋仲要希望南韓嘅球員、後防球員犯錯先至可以取得咧係較早之前咁嘅良好嘅機會嘅。南韓嘅罰球由尹晶換斬翻埋去，危險啊！呢、這個波顧錦輝頂到，兩個人同時頂嘅，邊個揾到個波先？陳偉超咧射咗落去啦，尹晶換嘅腳啊！尹晶換射埋呢個波，亦都係冇乜力喎。咁啊，似乎陸嘉明嘅信心咧翻咗嚟啦。禁區入邊嘅混亂導致到最後尾咧，就中場嘅好波之人尹晶換啊起腳就射門。咁啊，見到咧南韓嘅表現咧一般嚟啫。呢個就剛才嘅第三個慢動作嘅重播嚟噶。咁啊，由於咧南韓咧打到呢個階段為止咧。普遍人都認為打得不好的，咁啊當然會包括南韓在內啊。咁啊已經見到有些後備的球員咧喺大家熒光幕嘅左手邊嘅龍門後邊嗰度熱緊身噶啦。個尹晶換又嚟啦，喺後邊一鏟，球證話好嘢，呢個波冇事啊，冇事啊，係合法嘅攔截，拉人犯規吹罰歐偉倫，都非常之清楚啊！啊，波未到之前，歐偉倫已經拉衫噶啦。朱就俾佢系拉跌嘅，好啦，继续开波，翻俾左后卫嘅金泰影，一个直线高波埋去，又系出咗界。咁啊，如果咁样打落去咧，南韩只要越打咧，就系阵脚就越乱嘅啫。咁可能少咗几个老大哥嘅压阵啦，无论攻同守咧，都睇落去咧，都冇以前嘅南韩队啊咁扎实嘅。上半場已經打了29分鐘了，紀錄仲是0-0。胡錦輝又一個頭槌咧，作翻出去，金泰影啊唔頂喎，被後面的柳雙鐵、徐正元都控到了，金鐘秀嚟噶，走過嚟右手邊咧，身材咧就高徐正元多少。咁徐正元好似同咧係高鐘秀啊換咗位喎，而家暫時嚟睇就咁樣啦。朱仲文射直線。仲有機會，仲喺禁區入面，仲喺危險地帶，帶翻出嚟，一腳解圍，好，最後成為南韓嘅球門球啊！咁我見到咧，南韓方面有一個調動就係咧，徐正元同埋高中秀咧，大家互相嘅換位啦。咁啊，究竟呢個咁嘅動機係乜嘢？我就真係唔係清楚。其實兩個球員嘅踢法都差唔多咋，都係咁快同埋咁刁轉啊！咁如果上半場嚟睇咧，呢兩個翼咧係對香港嘅張志德。咧，陳偉超係構成咗好大嘅壓力嘅。雖然有壓力，不過暫時仲頂得住嚇。香港隊嘅表現咧，係近期嚟講啦，可以講啦，打到上半場而家咧接近30分鐘啦，肯定係代表作噶啦嚇。好啦，咁呢邊咧就到咗金泰影吸低個波，後邊咧高中秀咧俾細鬼啊埋右逼嗰個球迷咧報以一定嘅掌聲。超仔咁啊大腳傳啦，過嚟呢邊咧俾阿超。超仔睇下点先，到超仔大个啦，巴布利走定位，不过队长咧崔英一已经到啊，崔英一食个位好靓啊，哎呀，巴布利推佢添，嗱呢啲波唔应该犯嘅，绝对唔应该犯，咁咧如果球证咧系揸正嚟做咧，可以咧系俾个黄牌佢嘅，因为当时佢根本完全都唔系话碰埋佢，系绝对咧系零零舍舍咧蓄意推跌对方，嗱大家喺慢镜可以睇到啦，特别咁样推噶，嗱呢啲咧就唔好啊。因為呢個球證咧俾咗個黃牌你咧，你變咗自己咧個心理威仲大咗添。咁希望巴貝利咧定翻啲嚇。國際足聯嘅規定咧係喺呢個連續兩場賽事咧攞咗兩個黃牌就會停一場嘅。呢個就係對於香港隊咧打呢個外圍賽其實好不利嘅呢個嚇。當然啦，因為要打主客即係打四場賽事噶嘛，一停賽咧就好大影響噶啦。如果香港隊今日唔係有幾員主力傷咧，我相信可能咧個表現咧或者咧更加理想都唔明添啊！好啦，呢邊咧今次咧到柳雙鐵咧壓到上嚟啦，唔知咧呢個中堅咧今次都谷埋上嚟啦，啱啱後邊高中秀扯過嚟揾正門，中間咧由佢控制啊呢個大佬 key man 嚟噶，由佢策劃俾翻高中秀，再邊啲咧有呢個金泰影，香港隊咧已經係大部分球員都係回防啦，好啦，睇睇呢個徐正元點啦，左得右得，哎細鬼避過咗，但係和仔埋嚟啦。再插翻中間，尹晶門睇佢點先，一腳趾公一彈彈好靚啊！所以哎呀，好嘢！呢個波送
啊！嗱，睇到宋连勇咧个嗰个，今日宋连勇踢个位置，其实以往咧就系呢个岑国培所踢嘅。咁但系我哋觉得咧，宋连勇咧嗰个力量咧更加比呢个岑培咧系好啲啊！咁啊，助攻助手，又见到呢个宋连勇埋啦！啊，宋连勇真系硬撑啊！哇，好咗呢个波唔出，出嚟分分钟犯规。尹晶换得好嘢，头先交个波几靓啊，脚趾公一 check 个波咧就已经埋到中间啦。又系徐正源，左摆右摆，嗱，俾个起脚你，哎呀，好彩佢马客啫，一再执落嚟中间，睇睇金大英转唔转到转到，哇，李建豪真好嘢啊，又翻嚟啦，哈，我睇下睇下咧，如果张志德退休咧，我谂李建豪仲要接班人都几好啊，今日咧打后边唔错啊，翻嚟咧追几球波，啊，又铲又飞铲又啊，真系咧掂喎可能啊，咁啊同阿郭嘉文咧倾倾先啦噃，咁好啦，呢个波咧就系角球嚟噶。咁啊，睇睇南韓方面咧，喺底線咧預備咧，由尹晶換炮仔咧角球，又右腳開，後邊有冇人到咧？哎呀，高中秀，咦、哎、啊，高中秀咧嚟出怪招，因為咧佢用大髀射球啊，咁啊好彩咧呢個波咧高咗少少嘅啫。好啦，呢次咧就另外咧係龍門球啦，我哋睇呢個波啊，一開嗰度好厚啊，呢個波好有力噶，如果頂到呢個波應該好行噶，但頂唔到，咁啊知咧一射就啦，啱啱個大髀咧係等到個波埋嚟。有驚無險啊！咁啊，仲係咧打成平手，兩隊咧唔係全面被攻啊，有好多咧幾次機會咧係有機會啊！好啦，今次一批落嚟，李建華又嚟啦，得唔得咧？哎呀，佢咧窒一窒，包括你走位，俾咗包括你咧，有冇人支援咧？冇啊，暫時冇。後邊狼雞難咧，但係可惜咧彈中對方嘅球員，呢、這個波咧亦都係一個好有威脅啊！嗱，呢啲咧睇到咧嗰、那個兩個隊嘅組織咧做得相當之好啦，立即又嚟啦，招仲文，哎，咪住咪住，嗱，哇！原來咧，頭先羅繼華射嗰個波咧有料到啊，省到咧李基恆咧，而家咧，哇！你睇佢面部嘅表情，哇！羅繼華頭先嗰個左腳抽射，如果大家諗啊，嗱，我睇慢鏡啊，嗱，巴布利而家未有人支援，喺後邊咧見到有羅繼華走緊上嚟，巴布利都睇到，交俾佢左腳一射，呢、這個波咧省中，啊！呢、這個波咧真係陰功啊！哇！阿雞咧原來左腳咁重炮嘅，哇！呢邊開翻波添啊！咁啊，香港队围住嚟，又系呢件喎，加入禁区，后边咧中间，陈伟超左脚掂噶，哎呀，又弹中对方啊！今次咧又系呢个李基恒，今次一脚瓜窿去落个波啫。好啦，呢次咧南韩咧即刻咧系策动另一次嘅反扑。好啦，顾永辉睇住个波，应该轻轻力扫过嚟，陆嘉荣，哎呀，陆嘉荣呢个波咧有少少同呢个顾永辉误会，呢、這个波其实好简单啫嘛，系嘛，顾永辉嗨俾佢，佢大脚撞出咪得咯，啊，心有啲急啦，咁啊而家打咧打到34分钟啦。是零比零啊！南韓隊咧前場逼到個間外球啦，好一等落嚟，一箍個波，啊宋連勇入個踢唔到左腳踢到，咁啊跟住咧見到高中秀咧頂埋去，又俾咧香港隊嘅守衞咧解圍嘅。而家隊長嘅春英一咧追翻轉頭攞另一個波先，用咗個大個高波咧掘喺前邊。哎呀，兩個一齊去老襯喎！兩個一齊去，陳強又去，陳偉超又去，誒應該出聲啊！你哋攞一個去頂一個喺後邊包啊，頂唔到咧，後邊有個人再可以包頂啊！如果兩個一齊都頂唔到咧，就空曬噶啦。好，好彩咧，而家接到陸嘉榮接到學過翻個三波，高波開出嚟，對方咧頂到噃，呢個波咧金元珠咧頂到，誒球證咧吹快雞，哇！接球啦。支援哦，佢唔踢。咁啊，队长嘅崔英一咧系喺差过右手边，李基恒咧就斩埋呢边，喂，咁啊顶翻埋嚟啦，慢慢嚟啊，扛住，哎呀，心急啊呢、這个波，徐正源咧都打到心急啦，起脚咧一捞个波咧捞到咧系出咗底线，再睇睇佢嗱呢个波咧离开门柱都好远好远啊，仲有一次机会睇睇嗱，呢个波顶翻转头啦。徐正源一粒跟住射，啊射出去底线，好啦嘛，继续比赛咁啊！在场嘅香港球迷咧大声啦嗌出嚟嘅香港队加油啊！陈伟超啊一路追啊，一个斜线使鬼，哎呀啱啱出啦，哎呀乱啦，呢次咧大乱啦，俾翻出嚟，哎好彩，哎扣翻住咧，抹一把汗解围。千祈咧唔喺呢個時候咧係失波啊，因為接近咧啊上半場完場嘅階段已經打到37分鐘咁滯噶啦。好啦，咁啊崔英一咧一斬啊斬過嚟頂咗前面，
好，嗌一声有默契，咁锦辉咧特登唔踢呢个波，系让咧系陆家荣咧出嚟接咗，警定神先，唔使急啦。不南韩嘅后备球员咧就喺场边咧做紧热身嘅啦，可能咧想换人都未定吓。好，陆家荣放三波出嚟先。阿韦君龙咧，嗱呢个一位轮咧扇波前边，但系李建和咧就慢咗一步啦。咁啊，南韩嘅守门员咧。頂子咧接咗，跟住一碌出嚟，而家俾啦，俾佢前面，俾咗咧金道芬俾後，再回翻咧金道芬，咁樣歐偉倫埋嚟咧，無端無意之間咧就碰一碰埋呢個咧金道芬嘅，咁啊，因此咧球證咧只係吹罰。咁啊，呢個球證咧好嚴謹，但係咧打到而家為止咧都未出示過黃牌啊！我隊長嘅崔英一咧係準備踢呢個罰球，唔大腳。第一扣咧扣埋嚟中間先，咁啊俾咗金元珠，再俾佢嚟右手邊有雙鐵，你俾李基行一彈係咪撞牆咧？冇錯，俾翻李基行喺右手邊啦，冇俾佢出嚟逼住，逼住，唉、哎，逼住就已經得㗎啦，逼住佢就出唔到嘅呢個波，球門球嚟嘅，王正一早咧接咗球門球啦，好嘢，雞落嚟嘅呢個波，逼少一步咧，可能俾佢出到咧，造成咧係自己門前嘅一個混亂啊，李打都追到尾㗎啦呢啲波，球門球。阿榮咧係準備開呢個球門球啦。睇而家為止咧，就嘉榮都有信心啊！呢場波，阿高波開出嚟，睇下兩個人頂唔頂先。試到過呢邊嘅和仔，腳背先到落嚟，一俾巴貝利。好啦，巴貝利咧攞到呢個波，係咪俾和仔？哎呀，喺後邊掘腳，掘腳嘅咧呢個咧就隊長崔英一。在後面咧掘一掘巴貝利，但係唔係掘得幾硬嘅，不過巴貝利識做戲咁解嘅啫。啊，呢、這個罰界外球嚟，軒又冇俾啊！啊，一抌抌嚟咧，巴貝利俾翻阿和仔，和仔養兩養啊，彈彈俾巴貝利，跟住叫後矮空定個波咯，唔怕巴貝利，使乜咁急啊？春英又攞到波，殺到盡啦！啊，一定要殺到盡啦！細鬼呢啲波啊，唔窒得噶啦，一去要去到盡啦。好啦，阿客軍嘅界外球，金泰影咧想話抌俾守門員又唔得喎，俾人截住去路咯。咁後咧，李建華鬧咗鬧呢個波啦，但落翻落咧揾職換就揾職換咧，跟住啊俾圍呢邊啦，有雙腳一個斜線咧，俾圍呢邊出擊嘅李基行好靚啊！呢個波出擊得啦，扣翻埋嚟，翻好嘅，低一塊矮，但又落翻落對方球員腳下，捱埋佢啊！呢個上半場唔伸得波㗎，唉，逼佢翻啦，逢身起腳就埋去逼，就冇蝕底。逼一逼佢咧失重心，佢自然咧就射唔中目標嘅。咁啊，呢個波咧，蕭仲文咧都好努力啊。好啦，咁啊，上半場已經打咗成39分幾鐘噶啦，紀錄仲係0-0啊。希望上半場逼和佢先。好啊，睇下香港隊可唔可以捱埋呢5分鐘啊？咁啊，其實唔應該用捱嘅，因為咧香港隊而家咧漸入佳境啊。嘉平嘅球門球咧過半場。徐正源想話利用佢個速度蝦咧，張志德咁啊，張志德位置好啊，咁啊再加埋咧係519嘅另一位功臣啦，顧錦輝埋嚟包抄，若果射唔到啊，禁區頂攞到，危險！哎呀，打動作做得靚啊，起腳慢攻地波，哎，陸家榮接唔實㗎呢個波嚇，唔緊要，接唔實都唔緊要，再擒翻就得㗎啦。啊，呢啲位置咧，南韓球員啲腳球，你話俾佢慢正攻啊，呢個波地波嚟嘅。幾勁啊！你睇下，甩甩地手噶，都唔緊要。成個人喺後邊，喺個波後邊啊！香港隊都好快脆咧。頭先我哋睇慢鏡頭時候咧，又開翻波啦，即刻逼多個界外球，一抌抌俾巴貝利，送翻俾咧李建和，保持住波個控球權，彈翻俾歐倫，假動作做咗啦，去唔去到就另外一個問題。夾住巴貝利又得住，好啦。蕭作文禁區頂慢了一啲，起唔到腳。陳志強可以俾翻後噶，唔一定要大腳噶，但係都俾到巴貝利呢邊。阿偉倫再鬥下中間，而家時間咧彈翻出嚟，哇！四層樓咁高啊！胡錦輝即刻頂翻右手邊，誒咁啱咧又落翻歐偉倫嘅腳下喎，好似度度都香港隊嘅球員咁喎。宋連勇咧係慢翻少少啦，而家通埋坑渠。咁啊，今次咧通咗坑渠冇用啊！但系咧，徐正源唔知点解无端咧送翻个波俾佢。咁啊，喺冇乜压力之下咧，香港队今场波上面场个发挥咧冇得顶啊！真系高出自己本身嘅水准好高嘅。
張志德再過多步地波，哎，冇人接應啦。好，張傑轉方向右手邊，高中秀同埋咧陳偉超，咁啊陳偉超咧頂咗出界啊！兩隻翼嘅威力越打就咧越降低，南韓啊，尹正門。咁啊，呢個球員咧幾有耐性啊！佢喺中場攞住個波，一啲都唔急嘅。咁啊，睇到前面先，呢個波似乎係慢咗，高中秀咧似乎慢咗啲啦。咁無可否認，呢個年紀最輕嘅球員咧，個經驗亦都係最有聯。過埋踢到後腳，球證冇吹罰喎，奇怪。好啦，歐偉倫有單刀波，繼續比賽得益規條。巴貝尼一個對六個南韓球員，睇下佢點樣玩法啦。咁結果咧，佢唯一可以做就希望個波唔好失，咁啊做到啊！咁睇嚟咧，點樣先？陳偉超點樣先？睇回説，唉、哎，啱！呢、這個情況處理都唔算話錯嘅。嗱，歐偉倫咧就肯定咧就係頭先俾咧南韓球員刮一刮佢噶啦。咁如果咧係冒冒然再進攻，前鋒線根本香港隊咧唔夠支援噶。咁啊，陳偉超呢下踢佢出界咧，陣間南韓就硬係要得俾翻個波佢。嗱，呢個就剛才啊，崔英一張。歐偉倫咧係喺呢個峨眉魚再前啲咧拍跌呢個鏡頭嚟噶。咁睇下佢擺一擺之下咧，呢個膝頭啊睇嚟均依吳炳南咧就係睇緊佢咧係右腳膝頭嗰個韌帶側嗰個位置。咁啊要離場噶啦。因為咧剛剛嗰個波咧係對方佢嗱，我睇翻郭家明嘅神情先。咁啊其實咧佢對香港隊今日打到有咁嘅成績應該係好滿意噶啦。咁啊，頭先講翻咧，歐偉倫嘅受傷咧，就我睇到咧就係對方球員咧，就一踢波嗰只腳咧就插咗佢咧，佢兩個大腿中間啊，再一收球波咧係頂咗上去，咁所以咧就佢膝頭嗰內側咧應該咧係受咗傷嘅。咁啊，究竟可唔可以繼續咧？咁啊，如果歐偉倫唔能夠繼續嘅話咧，當然咧就係由呢、這個韋君龍代替佢啦。嗱，咁啊呢個時候咧，球場上邊咧其實就開咗波噶啦。嗱，點解靴咧？因為以往慣例咧，通常咧就係、是。啊，咁嘅情況咧，對方掟波嘅時候咧，就會係掟翻去俾對方球員噶。咁但係今次咧，南韓唔係喎，南韓咧掟翻自己球員，但係咧就跟住大腳咧係差翻過去。咁啊，其實咧就呢、這個亦都無可厚非，都唔可以話怪佢嘅，因為呢啲賽事啊。咁你嘅處理冇錯，因為咧冇理由喺嗰度俾翻你噶嘛，嗰度俾翻你，即係喺嗰度俾你攻翻。咁佢咧形式一樣。只不過踢翻俾對方嘅龍門啫，咁我哋睇到佢嘅意圖係咁樣噶。不過球迷咧就打報以一定嘅噓聲，咁比較解啊，作客一定係咁噶啦。比較急啲啊，香港球迷都唔知道咧，呢個球員個用意咧已經係噓定先啦。喂，咁啊講下講下，睇埋呢個波先。哇，呢、這個波殺出嚟，咁啊其實歐偉倫咧冇事噶啦，已經咧係入翻場咧係比賽噶啦。咁關於睇個報字台離場咧，只係一個手續上形式嘅啫，費事佢即刻起翻張俾咗球證可以咧俾個牌佢嘅。咁啊其實冇事噶，比賽繼續翻一集之後呢個波嘅波啦，細鬼睇住。咁啊見到冇對方球員嚟咧，就亦都咧將波流出界。咁啊時間咧已經接近上半場完嘅階段啦。我相信南韓咧亦都喺呢個時候咧唔可能會太過再着急啊。咁啊都係咧等呢個半場之後咧翻返去咧接受教練嘅指示啦。咁啊郭家明咧開始有啲坐立不安啊，見佢咧三番四次咧行出嚟噶啦。咁啊隔離咧就梁守志喺度啦。陆嘉荣又可以又喺右手边进攻啊！右手边今日好强啊！巴布利哎呀，巴布利顶唔到，后边好嘢，罗嘉华攞到右脚睇出去，哎呀！但可惜啦，往往咧我见到香港队有前面有攻势嘅时候咧，都系欠缺支援啊，几次都系啊！啊呢、這个欧伟伦又系，巴布利又系，啊甚至乎今日罗继华都系咧，自己去到但咧冇支援香港队球员咧控球能力咧冇到一个好一致咧，好易咧将个波系失翻噶。好啦，呢边睇翻高中秀入到底线，传翻后边，后边咧漏唔漏佢唔漏啊，俾呢边啦，哎呀呢、這个波射埋嚟咧，尹晶焕射埋咧都有啲威胁噶，而且仲撞咗香港队嘅球员添，咁啊好彩个波咧撞高咗，啊顾锦辉，如果呢波撞改变方向飞向龙门嘅话咧就危险啦，咁啊真系咧。而家已經係超過咗45分鐘噶啦，進入補時階段。香港隊咧，絕對咧喺呢場賽左右同南韓咧，真係拉成咧係呢個6-4攻勢啊！嗱，呢邊咧南韓嘅勇等，咁啊球迷咧亦都噓緊佢哋噶。好啦，呢邊陸嘉榮出，好嘢接曬，哇！陸嘉榮咧，今次咧球迷奇蹟咧，佢係好犀利噶。大家記唔記得我哋前年咧直播呢個亞洲杯嘅賽事啊？嗱，睇慢鏡啊，出嚟幾有信心啊！亞洲杯香港對中國嗰場賽事咧，陸嘉榮咧就打到出神入化。咁啊，今日咧睇完咧又係喎啊！咁啊，好啦，好高啲嘛，開到佢，歐偉倫頂到，巴貝利踩低，後邊咧呢邊咧羅繼華一篤嘅時候咧冇啦，大阿雞好嘢啊，繼續
追住，睇下郭行郭嗰個波好嘢，崔英一咧接棍喺度攔到個波，再俾喺上面李基恆，咁啊將個節奏咧慢慢咧係加速啦。李基恆咧喳喳聲推入去，一俾呢邊揾精門，好嘢掃過嚟呢邊。金大影，哎呢、這個時候咧球證咧吹長雞，上半場45分鐘咁啊打完啦。咁我相信咧香港球迷咧對上半場咧相當之滿意噶啦，肯定滿意啊。咁啊，至於呢個喺場上面咧，我哋見到咧，記者已經揾住呢個行政總監啊，梁守志，哎，交俾記者。啊，記者咧同阿梁守志方面咧，睇有咩傾。咁啊，對香港嘅上半場嘅表現咧，滿唔滿意？交俾你啊，記者。嗱，而家喺我身邊咧，就係香港隊嘅領隊啊，香港隊嘅行政總監梁守志。咁啊 ，Peter， 嗱，今次咧，嗱，香港隊我覺得真係踢得好好啊，我都即係睇到咧，即係我都非常之開心。咁你覺得咧，嗱，其實咁多次機會啦，你覺得佢哋主要把握唔到邊度咧？可能是太過緊張了，因為賽前大家都比自己比自己壓力太大，因為覺得我們是贏不到的，但是其實很多個球員個個都做到自己的部署，我們要求他們怎麼做他們都做得到，希望下半場可以把握到，還有可能有調動之後呢每個位置更加適應，希望自己做回自己功夫，就應該我們就算贏不到都不要要輸給人。特別是剛才呢我見到和仔那球球他其實單都入了去的了，那你覺得即他是把握即係點解會把握唔到咧？嗰個階段，我諗個個都諗唔到自己有咁多嘅 chance， 咁多嘅機會去有機會可以射到波啦。咁所以即係個把握方面，自己係太過緊張，係攞唔到呢啲機會咯。嗱，咁喺下半場咧，其實你會唔會再喺球隊裏面作出一啲調動啦？畢竟咧，香港隊個年齡可能比較大一少少，即係會唔會調出一啲新人出嚟咧？我相信可能只會調嘅就係焦俊文，因為正話出去佢都講自己覺得係有啲唔舒服，咁可能係會焦俊文一個會替啦，可能係李偉文啊或者其他球員去替佢，只係作出一個調動，因為可能佢唔係咁適應，太過緊張喺呢啲賽事裏面啊，咁可能只係呢個球員，因為其他方面個個都做到自己功夫，我諗盡量，因為嘉明一早都對佢哋講，就係自己做到盡自己嘅努力，到唔得嘅我哋會有球員替，因為畢竟我哋有三個球員可以有三個位置睇得到嘅，自己盡自己努力踢先啦。好啊，唔該曬你啊 ，Peter。咁我哋咧而家休息一陣先啊。攻門咧亦都露出咗咧南韓防守嘅弱點出嚟噶。咁啊，總括嚟講咧，呢班波南韓呢班波咧未夠火候啊，太新啦！呢班新仔未夠火候啊，往往嘅進攻咧都係上傳，利用佢嘅速度射門欲係強，但往往咧係俾咧香港隊嘅守衞咧就係唔係閂到咧就逼甩佢嘅波，或者咧逼到佢射失嘅。咁上半場香港隊打得唔錯噶啦，問題咧擔心下半場嘅體力夠唔夠呢班後生仔嘅啫。如果體力唔夠的話咧，可能咧香港隊嘅後防露出破綻，輸波亦都唔定。咁啊，寄望香港隊咧能夠有充沛嘅體力咧支持埋下半場，說不定可以贏波添。咁其實咧，我哋上半場所見香港隊咧，雖然咧得短短三個幾月嘅時間去籌備，咁但可以睇到咧佢哋球員咧喺個踢法方面咧就都係好有默契，咁同埋咧唔會係立亂嘥個波。明顯咧幾次我哋見到，譬如喺中間一次巴佩里咧 hold 住個波咧，面對住六個守衞，咁佢唯一做嘅咧，佢就唔係話立亂將波踢，或者自己夾硬好似坦克車咁鏟入去啊，而係咧將波 hold 住控翻，等球員上嚟。咁啊，明顯睇到香港隊喺練波嘅時候咧，可能咧教練郭家明亦都係再三去提示咗佢。咁但係咧，亦都有啲可惜咧，就係今日香港隊真係咧有幾個球員咧冇話上陣，譬如好似鄭少聰啊、譚少偉啊等等噶。咁我諗，如果呢啲球員上陣咧，可能對香港隊成隊，如果啊有翻今日咁嘅機會咧，應該咧，譬如就以李健和死個波咧，如果係鄭少聰啦，我覺得個把握咧肯定會好啲添。呢一點咧絕對嘅，因為咧好嘅球員咧就對呢個球隊嘅幫助係好大嘅。嗱，我哋就睇翻客軍啊，南韓啦。如果大家都睇過咧，就係前年啦，喺香港打嗰度皇朝杯咧，大家會或者會同意，當年就以奧運隊嚟香港打呢個皇朝杯嘅南韓隊咧，佢無論整體嘅實力啊、球員個成熟嘅程度啊，都係比而家呢支嘅國家隊好嘅。咁唔知點解呢樣嘢就？可能佢哋而家球隊都係屬於係重組嘅階段啦，因為車份根咧始終都係做咗呢個南韓嘅教練都係個零月，咁啊呢段時間咧。只是帶過呢支球隊去過澳洲嘅墨爾本參加過一個四個邀請賽，攞到亞軍之後翻嚟，其他嘅球員嘅變動唔係好大，流失球員唔係好多，咁或者可以可能咁講咧，因為佢哋何石洲啊、黃善雄啊，甚至乎係嗰個青島哥、洪明寶三個冇出場咧，就影響曬佢哋嘅結構啦。因為呢三個球員咧就前中後就各一個噶。
咁唯一就係咁嘅啫。現場咧有啲噓聲啊，咁啊主要嘅噓聲咧就係俾呢位老友記嘅嚇，咁啊佢咧就一企出嚟咧，已經好多球迷咧噓佢。嗱呢啲拍手掌咧就喺佢前面咧就係呢個韓國嘅僑民嚟嘅，咁啊當然係俾掌聲佢。但係除此之外咧嗱，唱對台嘅咧就係呢家香港隊嘅勇等，咁啊有組織喎今日啊，唔知點解咧真係。啊！人即係可能咧順起嚟係順嘅，對波順咧，連啲觀眾咧都順埋嘅。啊，好有組織咁啊！拍下掌呢邊咧就係呢、這個韓國僑民啦。咁啊，其實咧今日咧喺球場入邊嘅氣氛咧都相當之好嘅。咁啊，南韓老隊勇等咧都嗱呢啲南韓勇等啦，帶咗咧係好多架生咧入嚟嘅。咁啊，其實咧如果喺足球比賽入邊咧，大家都係抱住咁嘅態度，咁氣氛係好事啦。香港都不弱啊，有支香港旗喺度啊。冇錯啦，香港隊咧今場波咧就唔少勇等㗎，因為主場嘅關係啦、大家都寄望咧，香港隊咧能夠呢場波咧就敲響勝鼓。問題就喺下半場嘅45分鐘賽事咧，能唔能得償所願咧？咁就唔知啦。嗱，呢邊又見到港隊又必勝喎，港隊又必勝呢啲香港嘅勇等啦。而家咧，雙方嘅球員咧就慢步出場，唔知咧南韓咧會唔會換人？一陣間要睇睇落去先知。至於上半場咁嘅比賽咧，佔唔到便宜啫。南韓啊同香港咧，大家都打成咧係。軍勢嘅足球啊，可以講得話，大家打成軍勢嘅足球。如果嚴格啲咧，埋門嘅危險嘅程度咧，就香港隊啊入波嘅機會仲比較高啊。南韓上半場只係得一個高中秀一個波咧凹高咗啫，其餘咧都係靠遠射啊同埋各方面嘅纏繞。咁啊，希望香港隊咧下半場咧首先爭取入球咧有機會啦。阿叔啊，咁啊嗱，上半場所見咧，香港隊前邊咧，而家羅繼華咧睇嚟打好啊，李傑華打好啊。咁好似咧，即係其實你點諗韋君龍呢個球員咧，會唔會你覺得你應該下半場去到某啲時候都應該放佢出嚟搏搏咧？咁啊要，我暫時都唔應該換喎。我覺得就如果係雙方教練啊識諗嘅，都唔應該換喎。因為你上半場大家都冇輸波啊嘛，唔換得時嘅，除非係有傷嘅，就或者咧睇到下半場有啲球員嘅氣力不繼咧，然之後換先至係啱數嘅。而家大家都未輸波，有乜可能換人啫？同埋香港隊唔係打得差啊嘛。最緊要咧就係喺個好表嘅時候，千祈唔好自毀長城。韋君龍唔錯㗎，嗱記得打三康杯下半場入咗嚟啦，同埋咧對大阪櫻花入咗嚟，佢有入波喎。呢、這個球員即係話佢喺某啲時間入嚟咧，對香港隊有幫助㗎。咁但係睇下教練郭家明點樣用呢個球員啦。咁而家既然咧巴貝利踢得好，歐偉倫亦都做到一個牽制嘅作用，暫時唔換住都啱㗎。咁反而南韓方面，我就覺得佢咧可能會喺好快嘅時間會換人。即使而家一開波就用翻上半場嘅原班人馬比賽咧，可能啊喺比賽之後嘅10分鐘啊或者15分鐘咧，就可能都會換人都未定。咁我呢個就係我哋一方面單方面嘅揣測啫。好啦，下半場嘅比賽呢位亞洲區第六組嘅世界盃第一場嘅外圍賽咧，係繼續係比賽啦。咁下半場開波啦，輪到啦係客軍南韓啦。紅衫黑褲左攻右嘅係南韓啦，全白嘅咧就係香港隊。上半場紀錄係0-0啊，雙方咧都冇辦法咧射入波嘅。好啦，而家見到隊長嘅崔英一咧，將個波咧掃為呢邊嘅李基恆啊。李基恆唔去得，將個波得翻後又拱翻後邊，嗱換咗個人啦。韓國隊、南韓隊咧換咗個人噶啦，換咗個2號球員咧入去嘅，睇睇先。啊，韓國隊咧就首先換人噶，眼眼睇睇嗰個2號係邊個先啦？3號嘅李湘憲咧入咗去，呢個高佬嚟噶。睇嚟而家咧就喺中場嘅右邊嗰個位置，咁啊應該咧係似乎係防守球員啦。咁啊睇落去應該係防守球員啦。3號嘅李湘憲。咁另外咧，阿叔話2號啊，亦都留意到2號嘅球員亦都換埋入嚟。2號咧就係金雙斌。呢個球頭咧開出嚟都好高下噶，宋連勇啊，今日喺中場個作用幾大噶。好，比失羅繼華比失，話比賽開段嘅時間啫，唔緊要。金鐘秀啊，高鐘秀，送翻過去左翼位嘅徐正源。下半場啊，南韓嘅踢法有咩改變啊？有咩具體上嘅改變？咁我暫時望埋咧，見到南韓嘅陣中咧，似乎就唔見咗尹徵換。咁啊，上半場其實尹徵換咧，你扎住個膝頭哥打噶。咁啊，而家暫時見唔到尹徵換。咁啊，明顯咧，南韓咧就作出兩個調動啦。咁啊，香港隊咧就亦都正如咧頭先阿叔講啦，啊，而家時候咧就唔會換噶，原班人馬啊，暫時咧出擊。咁啊，宋連龍又逼埋嚟。好啦，一拉巴落去朴建霞，朴建霞好，后边咧有细鬼将个波系解围撞咗上嚟，巴布利头槌点翻后，李建和猜过嚟，焦仲文再俾个直线，欧文都够唔够快咧？唔够快啦，咁啊俾呢个后边嘅李湘显咧系解围先，
好啦，高中秀夹埋左脚唔射，同队友做个撞墙，原来呢个仲靓啊，因为弹埋嚟一个后漏咗呢边啦，高中秀右脚起嘅，哎呀，呢个波咧好在力嘉荣咧双手推将波嚟接住，咁啊当时咧一见到高中秀有机会起脚咧，我哋都咧个心咧打个弹，我话唔怕，咁啊忘记咗今日我哋嘅陆嘉荣咧表现系相当之好嘅，嗱，你睇呢个波扫扫埋嚟。即刻啦 ！S 嘅一个劲够劲啊！呢个波，但系陆嘉荣咧亦都顶得住，一推将波出嚟咧接一接接翻实。个陆嘉荣其实今日咧都好高分做噶啦，应该获得。好啦，高中秀差过嚟，边线李基行再执上前边，系顾广辉又到啦！哇，今次咧仲啊整个高张波，踩个后周送俾宋连勇、陈伟超、招仲文，系始终慢咗少少招仲文啊，要快啲甩个波咧，或者 keep 得稳啲个波咧会更加好啊！好啦，差一过嚟。而家邊線咧係猛咁揾位，但係香港隊已經全面回防啦，已經咧有七個球員啦，八個球員翻埋嚟噶啦。好啦，中間咧右邊咧係球員頂到，唉，好嘢啊！中間陳強俾翻過嚟，哎呀，可惜呢個朱仲文又交失啦。崔英欣壓到上嚟，再過翻嚟呢邊咧，俾翻中間啊，十五號柳湘鐵，咁但係柳湘鐵咧就谷咗上嚟啲噶啦。李基行喺右邊。几下样啦，而家咧有欧伟伦翻埋嚟帮手添，再送过嚟，好惜呢个波咧送得唔够高啊！后边亦都系后备嘅球员啊，下半场入替嘅。好啦，金双军再接翻个波，霍建下得住，啊宋连勇咧又出嚟踢啊！哦，呢个波宋连勇咧踢唔中，再执过嚟咧失啦，招仲文、陈伟超，哎呀呢个波超仔咧闪过对方添。跟住咧，俾對方嘅球員咧係徐正源一送出嚟中間，哎呀一批咧，哦有驚無險。呢、這個波見到九號嘅金道軍啊跳起頂，呢、這個波如果輸咧真係好意外，因為咧陳偉超解圍嘅聲竟然咧省翻呢個徐正源。啊，徐正源咧呢啲球員咧落到底咧，佢出到波嘅機會咧係好高，而出得靚啊！嗱，呢波出嚟咧唔錯噶，但係好識啊呢個跳起頂波嘅金道軍啊跳個時間咧唔多啱。嗱，再睇下。一出嘅時候咧，佢跳嘅時間唔多啱啊，因此係唔可以食正個波。嗱，個波跳起咗，佢跌緊落嚟，個波先至到，咁因此係冇辦法咧頂正個波。如果頂個波咧，有啲危險嘅喎。冇錯啦，武力之下咧就出咗界。下半場咧，韓國隊咧個攻擊嘅方面咧，亦都做得比較咧係果斷好多啊。巴貝利。斜直線李建和利用個速度壓落呢個底線，應該咧大家收步啊！冇錯啦，呢個波係球唔球嚟噶？而且李建和喺上半場喺右手邊嘅速度咧，就都未能夠揾到食。不過咧就係憑住對方後防一次嘅漏油咧，佢就幾乎立大功噶啦！龍門金炳子。仲咪睇下呢個波點做先，頂翻前李基行，俾翻後邊下半場入替嘅金雙分奧運腳嚟噶，都係呢個王朝杯啊嚟過香港噶，咁啊由咧係23歲以下嘅奧運腳咧過度提升到大國腳，呢個咧就係拜索維斯啊呢個前俄羅斯教練咧係教南韓國家隊啊同埋奧運隊嘅時間咧呢個球員嚟噶。何继华铲到个波，真系冇用啊！香港队嘅基本嘅防守策略咧系冇变嘅，大家见到咧喺后半场啦，就十个球员翻晒嚟噶啦。咁啊，南韩球员喺外围差嚟差去，高中秀咧喺头球方面就应该就唔系阿陈志强嗰皮啦，顶唔到，漏咗俾咧系龙门陆嘉荣。香港隊嘅呢場波咧，就嗰個信心咧，係建基於咧就係喺呢個比賽一路進行嘅時間咧，係冇失到波啊，一路咧都係咬住0-0咁打落去，香港隊嘅球員發覺原來南韓冇料到噶，哎呀，信心啊一分一毫咧咁樣聚積翻嚟，咁啊結果咧越打越放之下咧，自然埋門嘅機會亦都比較多啲，咁啊但係問題阿叔提過一樣嘢啦。究竟呢啲咁嘅打法、呢咁嘅節奏咧，香港嘅球員嘅體力可以維持幾耐咧？呢、這個就係呢場波最大嘅關鍵啦！靠唔靠？最後李建和咧自己鏟咗出去啊！呢個波咁遠我都睇得到啊！郭嘉明咧就應該好滿意上半場香港隊嘅表現㗎啦。咁
但係下半場咧，仲有39分鐘嘅時間，點樣度過呢？徐正源，靈活輕巧、速度快嘅球員。咁啊，大力比咧經驗最豐富嘅顧錦輝咧包抄到啦！呢個波完全係贏在路數啊，同埋經驗啊，因為咧徐正源一推過嘅時候咧，見到六號嘅顧錦輝已經包定佢嗰個位置啦，慢啲埋去咧，徐正源又過埋噶啦。咁啊，睇嚟咧，南韓要用高波斬埋佢啊！宋連用呢下好嘢添啊，攞埋添啊，唔係頂出嚟啊！咁後邊應該有鬼喎，有一定嘅體力喎，宋連用好嘢。要睇下最後尾甩唔甩啦！許應一、陳志強要頂多次啊，冇錯，頂多次先至頂翻出嚟。李基恆橫傳中間，四號嘅崔應一再送翻個左手邊，徐正源亦都唔到位啊！趙仲文前鋒邊咧有三個香港隊嘅攻擊球員，偏左咧就係巴貝利。再還傳莊根樂，佢話俾失啦。我唔緊要，因為咧有宋連勇喺度啦，係暫時咧係得翻個空檔嘅位置先。徐正源睇嚟似乎想落底線，唔成功，再推入個中路起到腳啦。好彩咧，顧錦輝咧閂到。金道芬，啲人讓開曬嘅。好彩佢輪進，帶翻右腳。送翻後面俾咧崔英一，崔英一高波啦，高波落點亦都麻麻地啫喎，唔認圍住李基恆，嗰個篤得住，咬腰出嚟遠處，大家爭食啊，一個倒瓜，呢個波係出咗界，咁啊呢一輪嘅狂攻咧，到呢個波出咗界咧，香港隊球員咧亦都可以唞下氣啦，亦都可以再次重新啊部署。再睇咧，慢鏡頭呢個波完全係爭食噶，咁啊高中分咧同埋咧自己嘅隊友咧就係爭食，咁其實咧比後邊嘅高中分頂咧，高中秀頂咧，或者嘅機會應該比較高啲嘅。呢個波掛出界之後咧，就陸家榮咧替香港隊開球門球啦，開出嚟，李建和咧鬧咗埋嚟，俾咗咧羅繼華先，雞弊啦，梁俊俊甩咗啦，呢個波咧落咗落去急道分度。一路分咧個後傳咧俾咗過嚟呢邊，咁跟住咧而家見到啦，高中秀喺右邊拖下拖下，調翻用左腳又一扣，哇！陳偉超俾佢帶咗輪花園遊咗喺，呢波可惜咧斬得曳啦，俾宋連勇心口浪定，跟住整個直波冇用嘅喎，呢啲波冇用，你漏油啊，都追唔到啊，都一樣追唔到。咁啊最後咧篤翻俾守門員嘅金炳子，啊南韓金炳子咧即刻咧送過嚟呢邊。金雙分咧，再往前多少，俾咗咧隊長嘅崔英一，跟住咧再送過嚟呢邊。柳雙鐵啊，俾咗喺前邊先。我見下咧，再俾過左手邊。第一時間破壞，冇錯。哎呀，俾佢得到個位添，唔好去置啊！包係啦，第二腳、第三腳，哎呀，清咗佢先啦。宋連勇咧，今日防守方面咧，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噶啦。南韓加外球，下半場已經打了十分鐘多啲噶啦，仲未有紀錄啊，0-0啊，雙方咧未能打開紀錄出。陸家榮，打出信心，呢啲波出嚟啊，立曬啦，有翻上下身材，跟住咧遞高同埋隻手添。最緊要啊，睇睇車凡根啦，冇乜表情啦。南韓嘅教練翹住手，紅呢個車凡根冇乜表情啦。好，呢下一跳跳咗喺前邊，睇下點。陳強啊，殺到連波都攞埋，跟住得前，哎呀，等波踢啊！呢個波，冇出之後失咗，過嚟呢邊咧，金道分心啊，浪將個波咧，捧翻喺後邊柳雙鐵，再一個橫傳咧，俾咗咧霍建下再橫傳，好嘢！呢個波咧細鬼老路中橫一樣，連波都攞埋，扣住先，猜鬆啦，唔使一腳過噶。前邊咧唔夠人使咧，就急嗰頭冇用噶啦，你而家咁斬冇用嘅喎。大家講下偉倫，哇！南韓隊嘅進攻好快喎，哇！而家傾巢而出啦，柳雙鐵帶咗程，唔好褪啦，陸家榮好嘢，唔好褪噶啦，一到去呢個禁區界嗰度就不能褪噶啦，防守你越褪越後咧，就俾人起到腳咧，就遮住自己嘅龍門，
呢個波咧有冇越位咧？球證啊冇喎，咁唔緊要，陸家榮咧出嚟咧立到，啊再睇睇，啊球證啊冇出越位，好咗陸家榮醒啊出嚟抱住，好啦，繼續比賽。啊下半場開波到而家咧，南韓咧壓住啊呢個香港隊嚟打啦，高中秀，哎呢個波有難啦，慢慢嚟，好彩你又唔起腳。俾香港人呢邊嘅高中秀一斬就省咗啊！陳強，陳強一勢，喺呢個波咧，球證話冇事。陳強都有多少黃魚啊！呢個波啊，叉落去嘅。好，歐偉倫一鏟又鏟唔到，勁啲嚟，唔使咧，係又撲，唔係又撲嘅，自己咧調翻好自己嘅角位，勁啲嚟啊！好啊，呢個後備球員咧，金雙芬咧攞到波，扯過左手邊，第一時間咧執去。好，扯過嚟右手邊，扭雙鐵，一斬。哎呀，大髀一落，唔好輸角球啊！唉，輸界外球，張志德咧咬埋最後一啖啊，將個波咧勾先出嚟橫邊。界外球你角球啊，角球添啊！啊，想話咧係唔輸角球都唔得啊！唉、哎，有波啦，冇人去開嘅喂。而家先見到南韓派呢個柳雙拳咧，柳雙鐵啊，柳雙鐵咧開呢個角球，頂住先啦，幾打都頂住先啦，一個一個啊，一個貼一個啱噶啦，一開唔夠力啊，呢個波和仔翻嚟咧鏟甩咗，跟住焦仲文一腳咧係解圍，哇，踢到好高好高啊！好啦，啊界外球咧，南韓又抌入嚟咯，一抌抌入嚟咧，俾咗呢個咧金泰換。又是个街外头，哇！几打都瞓埋落去噶啦。咁啊，今次咧由金泰影咧抌到接近底线啦，你拦唔翻啦，可惜呢个波。可惜啦，徐正源咧拦唔翻呢个波吓。啊，睇睇，木嘴根喎变咗，车凡根而家变咗木嘴根咯，木埋个嘴冇晒表情喎。即係犯根，等我計你條數先啊！苦本幫謀之後就你啊殺你啦！苦本幫謀收山都打過啊！我同佢打過麥迪卡，打到最紅嗰時候去德國揾食啊！打過你華古信同埋打過漢堡啊！呢、這個球員好啦，韓國隊又嚟啦！啊，南韓隊又嚟啦！一斬出啦！陸家榮立曬，唉，陸家榮立曬呢啲波，一定要立啊！乜唔出啊？幾大都立啊！好啦。再睇睇陸家榮呢個波出嘅時間立得好靚啦，立得好靚好靚，好啦喎，上半場打到接近十五分鐘噶啦喎，0-0啊，兩無紀錄啊，仲係咁啊！但係而家咧就有到香港隊有機會攻啦，係呢個波咧啱啱好啦，金雙分，但可惜係同對方球員撞撞啊！哇！而家咧到宋連勇，哇！認真勇啊，佢叫阿勇咧真係深刻用個勇字，好啦，今次睇下李傑華點知？哎，一下唔出，第二下地波出，巴布利有機啊！陸俊口竟然咧掃唔到喎，呢、這個波真係陰功啊！呢、這個黃金機會啊，但係唔怕，跟住仲有睇睇李傑華呢個波先。哎呀，頭先嗰個波咧陰功啊，巴布利點解呢個波咧佢射唔到咧？嗱，我哋從慢鏡睇啦，嗱，和仔一出咁樣打到對方，巴布利掃埋有啦，點不知咧佢踢空氣啊！哎呀，個波咁大，佢唔踢，佢真係踢空氣喎，真係陰功啊，真係。好啦，睇翻呢個波先。哎，女入埋，竟然咧呢個龍門球啊！嗱，打到目前為止咧，可以咁講啊，香港咧有機會入波嘅機會咧係多過南韓添，但可惜係自己把握唔到咧。嗱，頭先個波啦，再睇一次啦。嗱，個波彈啦，巴布利埋嚟一撞就有啦嘛，點解佢就撞唔到啊？就係、是、撞唔到，撞唔到，呢啲真係陰功啊！哎呀，巴布利今日咧呢、這個波咧就～系啦，咁都入唔到，咁啊立即叫回防添喎。啊，體力咧有部分開始，我睇到咧佢冇香港隊球員冇上半場咧防守縮翻咁快啊。乜但係呢啲攻勢咧，亦都要啊對呢個南韓嚟講咧，俾翻啲顏色佢睇啊。咁樣似南韓咧踢嚟咧都比較拘緊，因為咧知道咧香港隊前面咧亦都係有力嘅，咁啊唔敢咧咁放上去。好啦，打翻落嚟，羅繼華得住對方，焦仲文轉身俾兩人埋嚟夾夾。霍健啊，將波送咗去中間，好咗中間廿米啦，呢個波咧射緊甩咗，徐正源失級，有機會輸波，哎呀輸啦！嗱，呢啲波咧就係咁巧啦，嗱，打波就咁樣啦，你自己有機會唔入咧，包括你嗰球唔入，翻轉頭就輸波啦。嗱，呢個波咧俾徐正源咁樣吸定，再扣平輕一拖，呢啲波咧就非陸家榮咧所能撲救啦，呢啲波咁啊，亦都咧
係包埋你嘅細鬼咧，先生達 Q。咁我話好未完咧，講未完咧就話香港隊嘅防球咧體力咧都好似爭啲㗎啦，冇咁好㗎啦。係就俾細鬼嗱，我哋睇翻呢個波先啦。啊，掟埋中間啦。嗱，遠遠嘅細鬼白衫走埋嚟包啦。如果細鬼解圍冇事，但係就係細鬼解唔到圍。徐正源一級，細鬼都勤力啦，飛埋嚟鏟佢。唉，人哋一級再避過咗你。在射個窄角度近處，陸家榮亦都失手啦。咁喺下半場嘅15分鐘左右咧，香港隊咧就先失一球，0-1。唉，真係陰功啊！香港隊咁樣輸波唔抵啊！不過原因咧唔喺呢個波。而家我就唔係講緊呢個慢鏡，我就講呢個慢鏡頭之前嘅一分鐘發生喺南皇禁區入面嗰件事啊！巴貝尼咧到咗口個燒鵝都飛走咗。哎呀，翻轉頭輸波添，咁啊原本香港隊應該領先1-0嘅，不過唔係喎，香港隊咧如果以咁樣咬住落咧，我有信心佢應該有機會追翻平，因為佢頭先都有機會噶。係嗱，雞咧又話咧就起腳一腳啦。其實香港隊打落咧都係有機會，而家就睇佢哋把唔把握得到嘅啫嚇。如果把握得到咧，説不定咧，只要啊保持住唔好輸第二球添。你話再輸落咧就弊啦，咁啊冇計啦。如果唔輸嘅話咧，應該可以啊，仲有機會嘅。咁如果咁咬落去嘅話咧，咬住咁落去1-0嘅話咧，即係揾緊機會都唔係話冇一個可能性嘅。咁但係如果咁樣輸咧，始終我覺得咧就係有啲唔抵啊。尤其是咧經驗咁豐富嘅張志德呢個波咧，真係咁樣太 Q 啦。個徐正源亦都扣過咗，然後射入。啊，原本咧1-0領先嘅，變咗咧而家落後1-0啊。咁啊，車凡根咧應該我見到佢咧整場波咧都係企喺度噶。就算係南韓入咗波之後咧，佢都認真啊，冇乜嘢認真激動嘅情況啊出現嘅。出咗界呢個波，最後尾咧出咗界噶。咁無可否認咧，香港隊咧打到呢一下半場嘅19分鐘位置咧，都係觀眾俾嘅分數都係好高嘅。咁啊，南韓咧領先而家定翻好多啦，同埋佢嘅步頭咧下半場真係爽咗好多啦。一開咗波之後咧，覺得佢咧係冇上半場咁推緊。入波嘅徐正源走左翼位，张志德今次醒啦，再次提高警惕啊！头先嗰次都铸成大错，回翻后边嗱，转右手边啦，李基恒，咦唔射？张文顶翻俾回防失张志德位嘅李建和，直线应该冇用啦，龙门都出埋嚟啦，龙门系金炳子都出埋嚟。比赛嘅时间咧就下半场嘅19分钟，咁啊似乎咧李伟文咧会咧系入替啦，咁入替边个咧？我见到咧第三行正咧攞起咧系张仲文个牌啊！李伟文咧就喺对大阪樱花嘅赛事入面咧，下半场曾经咧尝试咧打中场嘅位置。高中秀逼住，头正吹罚南韩球员啦。好啦，可以换人啦。李伟文会入替。李伟文咧都会系咧打呢个中场位置。咁啊，其实李伟文咧，佢即系打甲组嘅时候咧，由于东方咧当年佢出身，其实东方咧冇位俾佢打，咁啊局主咧摆佢打左后卫嘅。咁啊，其实呢个球员咧打青年军嘅时候咧，同埋喺体院嘅时候咧，佢一路咧都系打中场同埋中前场嘅球员嚟噶。咁所以呢个位置对于佢嚟讲咧，应该就唔陌生。咁啊，今次咧再次咧系上阵咧，睇嚟咧冇错啦，啱啊，应该打翻中场嘅位置嘅。冇错啦，而家李伟文咧就入替咗詹仲文啦。好啦，開出呢個球門球出嚟，咁啊，韋倫後邊咧就有人塞住，佢唯有俾後千仔啦，哇，千仔亂盡盡喎，呢個位，好彩啊，對方嘅呢個咧就係金雙分咧，亦都係球槌咧揞得出橫邊。下半場嘅20分鐘，1-0嘅南韓咧一球波領先。好啦，陳偉超咧準備等隔外球，諗起巴貝利，咁兩個紅衫嘅球員喺手球，冇錯啦。呢個高中秀咧就係犯手球，誒睇睇巴貝利用手啊，高中秀右手咧係碰到個波，球證咧係吹罰呢個波，巴貝利點啊？啊唔係叫羅繼華咧去踢呢個罰球啦。地波開出嚟，巴貝利也射，散到射啦，射啦李偉文，哎呀巴貝利搞掂佢啦，哇！爭一步啊！爭一步啊！哦，陳志強啊，發
使最後的努力咧，就係想話掗埋呢個波啊，點知咧爭緊一步，咁啊應該咧要攻噶咯，香港隊啊睇睇慢鏡呢個波啊，陳志強到咧掗到最後一步想掗埋，哇呢個波機會搲落去咧，呢個咧金炳子嘅面露，好啊，李基恆咧抌界外球啦，踢籃門。有一抌咧，抌過嚟，霍建夏俾翻李基恆扣埋嚟中間。咧見到柳雙鐵咧俾前，哎呀唔好俾起腳啊！哎呀好彩睇到，好彩咧係睇到個波嘅內勢。咁啊，陸嘉榮咧接住。咁啊，正話射波嘅咧就係高中秀啊，14號嘅高中秀。好啊，陸嘉榮咧放出個生波出嚟，哎呀掹人啊，巴貝利俾人攬啊，冇錯啦，我都話啦，巴貝利咧俾呢個李雙顯咧攬住條腰。球證咧係吹罰，嗱睇睇呢個罰球點樣處理啦，處理得好應該有機會，射嘅機會就微啲，因為太過遠啦，離門30碼有多，18、36嘅啦，起碼36碼嘅啦。睇呢個罰球點，何繼華喺度，巴貝利喺度。李建和在这里，李伟文在这里，现在还没人离球十码，还依然没人离球十码，球证就要南韩的人场足够十码，一拱拱过来这边，宋连勇都不回意，咁啊！呢邊俾宋連勇射，宋連勇都唔會意，追得嚟起腳咧就已經俾呢個咧就係金泰影咧埋嚟啦。嗱，嘥咗一次機會啦！呢個罰球啊，柳雙鐵攞到波，好啦，又嚟一個長傳，頂啊細鬼，冇錯啦，一頂頂翻出嚟，落咗李偉文腳啊！而家李偉文咧一路帶帶咗去前場，為咗個直線嗰位女唔得啦，俾人扼住啊！哦，用腳咧撞一撞，歐偉倫掗翻過嚟呢邊，和仔斬埋嚟中間，搞掂佢，哎呀，兩番施射，慘啊，唔夠運啦！首先就羅繼華一射，講出巴貝利翻射啦，睇睇呢個慢鏡啦，嗱講出咗啦，咁啊，歐偉倫一掗，將個波掗咗俾阿和仔，嗱和仔攞定一斬啦。一斬等我嚟呢邊咯喎，阿雞一射擋出，巴貝利再射又省到對方個面啦，真係慘啊！唉，省到對方個面啦，嗱一樣啦，再睇下和仔咧右邊邊誰咧將個波斬埋嚟中間啦，嗱羅繼華接應喎，第一時間撞射，好掩護門檔一射省埋個塊面，唉真係唔抵啦！省到呢個金雙分個面咧，彈出，哎呀，真係可惜啊！仲有一次慢鏡啊！香港隊如果呢場波輸波咧，兩個字啊，唔服啊，輸得唔服啊！呢個波南韓夠運啊，巴貝利個波省埋個面彈翻出嚟啊，入緊啊呢個波！咁而家南韓打少一個球員啦，咁啊點樣先？防正第三防正舉咗旗換換人，換咗入嚟十號個崔文正入咗嚟啦，咁即係咧換咗頭先咧。換了9號的球員了，這個呢金道芬出了去的了，而受傷的球員呢現在可以回來，就可以回來守這個角球了，金雙芬入了來多個高佬的籃門，籃門出來金比隻，哎呀陳志強的頭槌又批了是出界啊！你說這場球如果說埋門的機會呢，香港隊就不應該不入球的了，大家睇睇啦，五號嘅球員喺12碼點開始助跑，龍門漏曬，手槌打空，後防球員頂唔到，五號嘅陳志強啊，偏偏頂咗係出界噶。嗱呢個角度睇又點咧？係佢頂啊，冇錯啦，係佢頂啊。嗱差之毫釐，謬之千里啊，追唔成平手就係咁樣啦。咁呢場波咧，真係翻去咧，未打完啊！希望咧香港隊唔好氣餒，繼續打。可能真的會追成平手的。喂，大哥魚啊，就算呢場波香港都打和都唔順啦，條氣幾個機會咁樣硬係入唔到入唔到啊！而家呢個階段我哋求和先，而家落後一球啊嘛，和咗然後話先諗第二樣。不過老實講，真係好唔抵啊！
咁啊，尤其是巴贝利散埋个波入拣嘅，点会散到佢个面咧？咁真系，唉，有时踢波嘅嘢就系冇运就冇得倾嘅，打得好冇运亦都死，唉，唔入唔入唔入唔紧要，呢个波唔入，呢个波唔入噶，一起到脚咧得个惊字啊！霍建霞起脚咧都算系好快噶啦。啊！你話邊個射中個龍門嘅話咧，咁呢場波就差唔多係咁多噶啦。不過好彩啊，香港隊都唔係完全冇曬運，呢個波咧都有好波啊！要俾噶啦，要俾噶啦，彈翻俾李健和，再彈俾羅繼華，呢兩個層彈俾歐偉良呢個兩個籃球會嘅球員咧，特別咧有默契嘅。咁俾咧係李健和，歐偉良咧後邊咧佈住啊，冇出界。再送翻後邊有鬼啊，細鬼！掟翻俾咧歐偉倫，歐偉倫呢下一拍出咗界都好，界外球。咁啊，其實南韓呢場波咧，我都好少睇到佢咧喺呢幾年嚟咧對付香港隊打得咁狼狽噶。咁落個底線嗰度，撐翻入嚟長區入邊。好，日本唐正話：我哋波啊，香港隊嘅界外球。咁落底線俾巴貝利壓住咧，崔英一。送翻俾咧李伟文，诶好啦，咁呢次嘅攻势咧都算系告一段落噶啦，送过嚟右手边呢边咧高中秀，咦其他南韩球员咧我见到咧四个球员上嚟帮啊，一弹弹开，诶球证啊吹罚香港队，咁啊拍到咧系左脚嘅脚眼啊，霍建霞。南韓已經換曬三個球員啦，佢下半場一開波換兩個，較早之前又換埋咧十號嘅呢個咧係崔文正入嚟啊。金泰影過埋，有冇機會？落點唔錯，一西橫死啦！哎，好彩再加腳，呢個波球門球。陆家明咧挡到出嚟啊！咁啊，起脚射门咧就系崔文植啊！喺大概咧三分钟之前换入嚟嘅第三个南韩嘅后备球员啦。嗱呢边嘅角度睇咧，会发觉咧呢个崔文植起脚时间咧好近龙门噶，系喺十码以内噶。高中秀一弹弹咧扑见扑见下。霍建霞落底线，咬落去近处死啦！仲有机会，徐正源高波逗留咗十个球位，二比零啦！冇错啦，当南韩入咗波之后，打开咗缺口之后咧，咁呢个结局咧，亦都似乎系意料中事啊！特别系巴贝利离门嗰个波系唔入之后咧。我心諗不妙啊！呢場波咧真係，如果係輸一比零嘅話咧，將會咧係好唔抵。但係咧呢個時候咧，後備球員十號嘅球員啊，呢個崔文植再入一球，咁啊令到剩翻落嚟十五分鐘嘅比賽時間咧，那個意義真係唔係好大啦。咁啊，基本上香港隊咧喺。我哋再睇呢個慢鏡啊，徐正源咧呢個係真係危險人物嚟噶。雖然佢上半場咧唔係好多波踢，下半場咧佢比較順咗啦。呢個波又係佢出嚟，輕輕俾追文哲咧，唔使大力嘅一批咧就到位就得噶啦。嗱呢個波出個位咧好靚，啱啱落一落嘅時候咧，追文哲跳起一批，咁啊頂入二比零啦。咁而家場上面咧呢個南韓同埋香港球員咧有一個碰撞當中咧，就球證追罰咗南韓噶。巴貝利、宋連勇以及陳偉超企喺度。咁其實下半場咧喺零比零之前咧，呢、這個香港隊都係巴貝利個波唔入，以致空門射空咗，以致咧輸一球。跟住巴貝利又有球波咧射埋去省中對方球員啦，兩個必入球咧唔入，乜導致而家輸緊二比零添。好啦，睇下呢個位置咧點樣炮射啦。頭先咧就有啲誤會嘅，嗱宋連勇喺後邊咧叉住條腰噶啦，羅繼華、李健和企喺度，巴貝利就行後作勢去射。咁究竟是邊個射咧？定係俾咗宋連勇睇嚟，巴貝利自己射機會高啦。咁但係可惜呢個波射埋咧，完全冇威脅啊！咁只係咧換嚟球員一陣球迷嘅一陣噓聲啫。咁巴貝利今日咧只可以話呢個球員咧唔好彩，其實佢已經好好努力噶啦。
呢個波咧射高啦，莫傾啦。咁啊，但係之前咧兩球波咧，其實你估佢唔想射入咩？佢都想射入噶。硬係個波到嘅時候咧，佢起腳嘅時間咧又唔啱，第一發射唔到。咁啊，郭嘉明而家心裏咧真係萬般滋味在心頭啦。球員打得咁好，竟然咧落後緊兩球添。好啦，呢個波咧係未勾噶，未出噶。好啦，終於出咗啦。咁呢個18歲嘅高中秀。咁而家咧就呢、這個球員咧睇嚟咧，亦都係南韓新一代球員當中咧係比較有機會噶。好啦，而家界外球咧，南韓球員壓曬上嚟啊！咁所以香港隊球員咧遲遲咧未抌得出去，最終咧抌翻入嚟。李偉文轉身喺個波出界前踢到，嗱呢邊咧又俾人壓翻啦，巴貝利送過嚟，歐維倫壓翻後邊。雞羅計劃避過咗一個，再送翻後面嘅時候咧，睇下點先睇啊！陳強咧又騰騰只落波，但係咧球證嗱呢個波咧球證係推翻轉頭嘅嗱，點解球證咁罰咧？因為頭先咧係阿羅計劃嗰個波交後之前咧對方球員犯規，不過球證俾個得益規條佢，咁而家咧個波落翻對方球員腳下咧，所以佢立即吹係咧話新例嚟㗎，即係話可以俾個波容許再去。如果對方冇得嘅係推翻轉頭嘅嗱，呢、這個球證咧處理得相當好啊！今日好啦，李健華心口控嗱，可惜啊，再交俾隊友交唔到啊！在中間一輪的運戰，高中秀埋嚟又避開了宋連勇，話佢知道宋連勇嘅夠勇啊，擺到咧要避佢啊！好啦，中間蛋糕大家都頂唔到，陳強壓咗落嚟，再前面有個歐維倫，歐維倫吸翻，但係咧又俾對方球員咧踢啊，跌低。咁其實歐維倫咧，嗰時我中間得佢咧，而家佢啊你踢佢咧就係三號嘅後備入替嘅李湘顯啊。咁歐維倫好多時候覺得呢個球員咧係好波，狀態都好。但係比較啲中楚圍呢類嘅中鋒，佢所欠缺咧就係咧，佢唔受得踢啊！中楚圍好多時候咧，俾人踢跌，佢跌咗起得翻身，又唔會話咁容易受傷。啊，歐維倫暫時咧仲係爭呢樣嘢嘅啫。好啦，咁啊睇翻咧，李健和走開，細鬼中鋒挫埋嚟中間，陳強又埋嚟頂，咁但係冇用啊！李偉文又吞埋嚟頂，邊兩個球員咧，大家頂咧就兩個球員頂埋咧就冇得頂，大家變咗出咗界。咁啊，陳強呢個波如果俾佢頂咧，機會應該好過李偉文，因為佢向前走，李偉文咧就向後褪嘅，夾硬批個波嘅啫。嗱，睇睇啊，細鬼將波掉埋嚟，啊，冚緊埋咧就見到係呢個啊陳強啦，但係咧李偉文褪嘅時候仲攝咗陳強個位添，咁我冇計啦。好啦，今次咧金泰英送咗前邊，咁啊後邊咧顧錦輝咧就送翻後邊，嗱呢個波咧唔可以踢噶，哇呢、這個波睇啲咩球員追罰。危險動作啱正確，因為咧呢、這個波咧落嘅時候咧，對方球員咧就見到咧就係呢個撲健下咧踩埋你呢個波咧踩落去嘅危險動作，咁啊球證處理得好。嗱呢、這個波咧有危險啊，因為顧錦輝彈頭嘅時候咧，呢、這個陸家人出緊嚟，弊啦唔知點好，一踢起，哎呀好咗對方球員咧踩落嚟啊！如果對方球員成份身跳起壓埋去而吸到個波咧，就完全合法嘅。咁啊今次咧咁樣踩落咧就唔合法嘅啫。呢、這個咧撲健下。咁香港隊咧見到咧係韋君龍咧係換預備啦，咁啊睇下咧郭嘉明咧點樣安排，而家落後緊兩球，咁啊時間咧就約摸仲有十分鐘左右嘅啫。好啦，睇翻場上面先，呢個波咧邊個攞先咧？唉，冇用啊！歐維倫再彈李偉文出嚟咧又唔夠力啊，俾人一逼崩甩咗。最終咧就呢個十號啊，第二球嘅追文靜咁啊射埋嚟，咁啊但係咧即個波咧彈咧就逼咗出界。咁啊時間咧俾咗上完十分鐘啊，咁啊韋君龍咧已經係準備就緒，睇個換人牌咧，似乎就係換呢個歐偉倫嘅。誒咪先啦，而家仲未換喎，咁啊南韓咧已經抌入咗個界外球啦，好，你甩咗落咗李偉文度，李偉文將個波咧扣翻後邊宋連勇啊，而家宋連勇睇剩翻俾邊個啦？中間喺歐偉倫未到咧，俾人炒禍咗，而家個波落咗去崔英一度啊。啊！崔英一咧再送過去左手邊，唔去得，彈翻後又係崔英一再後傳啦，唯有哎呀，你係失誤啦！李建和咧嚟到，即刻趌翻起身攞到個波，接埋個位，瞓都瞓唔甩，哎呀，瞓甩咗啊！一瞓甩咗就冇行啦。跟住過嚟嘅啲細鬼，點知嚟啊你？攞翻個波，咁輕輕咧做翻咗一彈兩魚啊，機會失。而家陳強啊，快一步飆咗前邊，哎，可惜啊！成日送嘅時候咧送咗落去啊，呢個扭傷跌到啊！柳湘傑一彈一個後傳，俾翻柳湘傑扯過嚟右手邊，李基恆啊，哇！呢、這個波射低啲咧有機會啊，呢、這個波咧就射低啲咧就有機會入球添啊！啊，果然咧就係韋君龍咧係入替歐偉倫啊，25號嘅韋君龍咧係入替歐偉倫。睇慢鏡頭，李基恆射呢個波咧，啊啱啱高出多少嘅啫。好啦，
啦，韦吉龙二十五号嘅韦吉龙都系上阵。系开呢个波咧，可以俾人好彩咧，顾锦辉咬咗呢个波咧出去横边。咁啊，距离现场咧就冇几多时候啦。而家已经三十六分钟噶啦，下半场香港队咧零比二咧输紧两球波。好，咁系嗰个位置啊？哦，得啦。细鬼一抌抌去前面，巴贝良对方咧斗两又冇事，留翻埋嚟中间。喂，冇俾佢落地啊！落地啊，老衬啦，我都话。好彩，但系咧嗱，又咁样咧，导致咧就失咗一个输一个罚球。好啦，啊，南韩咧外围远顶咧系得咗个自由球。嗱，睇睇啦，哇！呢个波咧减速啊！咁呢个波咧头先球影吹停咗噶啦，柳湘杰同陈志强咧个波去嗰边，大家都唔肯收脚啊！咁啊，大家碰一碰啊！好啦，罚球啊！而家，好危险啊！呢啲罚球好危险啊！咁啊，香港队咧就排出六个人嘅人场，我睇咧直射啊！呢啲波佢哋。有咁嘅腳球咧，可以直射啊！走開，凹啊，凹角啊，冇錯啦，直射凹角，可惜咧高少少。但係我哋咧咁長波啊，打得咁好咧，竟然間而家落後兩個，我哋睇睇呢個波咧，凹角咧凹高咗呢個罰球啊，稍稍咧係凹高咗嘅，打得算好，可惜咧輸波啊，真係。好，跟住呢個柳湘捷咧頂高個波傳高而落，喺韋君龍啊唔夠人咬喎，胡錦輝一掃巴貝利浪低個波先，最後都要將個波咧拱翻後邊細鬼咧彈埋嚟中間俾咗宋連勇，宋連阿超仔啦，冇錯啦，扯空少少啦，超仔，哎呀輕彈前邊咧彈出咗呢個波，唉好彩宋連勇咧落力撞翻嗰個波落嚟，咁啊一個插花兩個插花位。自己插到腳都軟埋咯，出界後正咧俾香港隊嘅界外球。啊，李慧文啦，唔得巴貝利，咁俾巴貝利啊，想畫一橋咧，俾人撞甩咗。跟住清咗佢先啦，大腳解圍啊！呢個李昌憲啦，大腳解圍，再度係香港隊嘅界外球。今次輪到咧，超仔陳偉超咧抌呢個界外球。一個摸一個都掹得好緊嚇，嗱抌落去人哋條腿，冇錯，你頂咗李偉文腳嚇，減粗佢唔掂㗎，李偉文直接俾人幫攞埋啦，俾咗呢個崔文靜。崔文靜啦，佢有冇越位啊？呢個波，唉，冇越位都唔緊要，好彩你出咗界啊！睇嚟咧似乎越位啊，呢個波啊！超仔啦，急急咧執起又抌啦，今次咧抌翻後錦輝，扯我右手邊嘅細鬼，哇！仲未出界喎，呢個波撈翻埋嚟啊！柳湘捷心口一紅，再度俾個左手邊嘅徐正源，好啦，斬過嚟呢邊啦。set 到埋嚟中間喎，唔好讓啊，唉，唔好讓，勾咗出嚟先。羅繼華黐低個波，有人埋嚟，過唔到。係，好彩陸家榮出得醒呢個波。崔文靜啊，已經係殺到㗎啦。好，一宋連勇咧避過咗對方，要埋嚟中間巴貝利等波。唉，害死啊，真係等波就害事啦。好啦，呢個崔正源咧走過嚟右邊揾食啦，養下。這個波你又比錯了，落咗落陳強度，陳強攞到個波，整個直線啊！好韋君龍啊，韋君龍都未人踢過波，而家先見到個接波，哎呀！掂，最後咧就都仲係香港隊嘅界外球啊！睇到啊，最後足球出界嘅係金雙分嚟噶，阿林錦啊！40分鐘有多㗎啦，下半場仲有5分鐘就完場㗎啦，零比二啊，香港隊輸。兩個入球咧都喺下半場出現嘅，大腳橫傳過右手邊嗰邊咧，有張志德同埋李建和兩個香港隊嘅成員。
俾入嚟俾韦君龙啊！韦君龙要避脚啊，避得脚嚟咧，梗系攞唔到波啦。仲有五分钟时间，香港队咧搏埋啲啖气噶啦。诶、欸，会唔会输多球咧？单刀波嚟噶。诶、欸，好彩陆嘉明嘅仲有机会输、啊。诶、欸，好彩陆嘉明咧擒到个波，再咧再第二次落地咧先至可以讲啦，唔使输第三个波。之后咧抌翻出嚟，亦都发动攻势啦。球证吹罚入啊，南航球员，我要换人啦。罗继华会被换出咧，由岑国贝入替嘅。陆嘉明呢场波打得好啊，两球波输好难讲啊。啊，起码佢嘅演出啊，位置把关以及自信心咧。是咧，系强过上一场对大阪樱花呢场呢球波单刀咧冇越位噶，咁啊冇办法啦，因为谷晒上去，好龙门出嚟，金炳智咧手锤打翻出嚟，咁呢个时候咧亦都有可能咧再输多个波嘅，因为原因咧香港队咧谷晒上去啦，后防咧无可否认有时咧要两个对人两个，咬入去中路，好相贴。再嚟慢攻起脚高出，时间就无多啦。呢场亚洲区第六组嘅世界杯第一场嘅外围赛咧，南韩对香港代表队咧，南韩应该会赢波。咁啊，同组咧，除咗呢两队之外咧，仲有泰国啦，泰国嘅实力都唔错噶。假如咧今场波香港队能够攞到积分嘅话咧，我相信对啦，喺呢组继后落嚟嘅三场比赛啊，应该好有帮助噶。咁但系可惜而家嘅情况咧，就已经系急转直下。咁啊，但系无论点咧，今日香港队表现真系好好噶。咁啊，在场咧就有16,960名观众啊，16,000人到咧，亦多咗见证咧，睇到香港队表现咧，的确系理想噶。咁啊，可惜输两球啫。睇埋呢个波先，我哋波啱啱咧弹出界啦。咁其實咧喺呢個賽事當中咧，亞洲區咧總共咧分為十組嘅世界盃外圍賽。咁每組嘅第一名咧會出線進入第二圈，第二圈咧十隊咧分兩組係打循環。咁啊最終咧就係頭嗰三名咧就會係直接入呢個法國打決賽啊！好啦，睇埋呢個波先，再講個賽制先。哎，呢個批來冇啦，個對方咧又有機會啦。咁啊三個咧係對三個，三個紅衫對三個白衫，可惜咧高中手呢個波咧交失咗。哎呀，呢、這個波咧俾人拉住嚟頂啊！崔英一咧撳住呢個龍仔頂啊！好啦，場上面咧個波又係落翻喺南韓腳下啦。咁啊，講緊咧頭先有三名入法國之外咧，其餘仲有第四名咧，將會同大洋洲冠軍係爭呢個決賽嘅席位。即係話咧，亞洲咧喺1998年嘅法國世界盃咧，最多咧就有4個席位咧係入到呢、這個法國打決賽周嘅嚇。好啦，咁啊睇翻咧賽事先，喺邊線？10号呢个崔文静一批，哎呀，呢个波试头后边有冇机会？好彩唔输，又系陆嘉龙咧飞身咧埋嚟一搏，接住啊，真系呢个波咧，今次陆嘉龙真系表现好啊！冇错啊，呢场波咧就系、是、虽然咧嗰啲射门唔系好直接啊，但系咧喺后边咧基本上咧能够咧做到咧系咧唔应该失个波唔失咧，喺对上一场好似大阪樱花咧已经咧个改善都唔同啦，整个后防线其实都系嘅。至於所輸的球其實很個人的，很個人，一個人就不關乎整體的後防的合作。車伯根旗開得勝，是帶領世界盃帶領球隊進軍第四次連續進軍世界盃決賽周，這場球應該會拿到勝利。如果他今年能夠出線這個世界盃，對於他在2002合辦這個世界盃和日本合辦世界盃當然有好處，如果出不到線的話就是應該是有些失色的。夠鐘的了，進入補時的了，紀錄我相信應該是2-0，這場的戰果應該就是2-0了。徐正元和10號的後備球員崔文植在下半場就是先後入球，這個比數暫時領先香港隊的。我哋講暫時咧，其實咧，球證而家只不過補翻個受傷嘅時間啦。誒、哎、靚啊，左級右級過埋，碰埋中路咧，係俾陳偉超啊解圍噶。咁而家係香港隊咧喺3月初咧就會去到咧泰國嘅比賽噶，作客嗰場合作客比賽。听到球证的鸡声了。
呢一場香港隊打得極之出色嘅外圍賽啊，係終於係結束咗啦。香港隊就正負0-2。喺呢個時間咧，有多少時間？我想請阿叔同大家咧係評一評呢場波，香港隊上下半場表現嘅分別係點樣？你頭先講過啦，輸波都係個人嘅，嗱唔係話要阿細鬼負責。事實上咧，以佢咁嘅高齡啊，張志德咁嘅年齡啊，搏一場咁勁嘅、咁速度高嘅波咧，下半場後段咧，佢冇辦法睇得到呢個崔正源嘅。兩個波都分別咧，由崔正源自己射，同埋咧係崔正源咧製造機會啊，俾呢個崔文植咧係頂入嘅。咁啊，上半場細鬼係正職喎。因為個體力咧未能消耗啊嘛，咁啊打到下半場嘅一半嘅時候咧，個體力顯然咧支持唔到嘅嘛。如果喺你支持到底個波唔會漏油嘅，真係佢掹只腳就掹慢咗啦，掹嚟解圍嘅時候已經掹慢咗啦，個波就漏咗過去咧，俾呢個咧就係崔正源，結果咧俾崔正源扣翻埋嚟咧射入。咁啊整隊嚟打打嚟睇咧唔曳嘅，真係唔曳。香港隊打唔曳，不過問題咧體力始終都係俾對方咧係遜色啊。到下半場嘅後段嘅時間咧，簡直咧任人魚肉嘅。如果對方咧係打得積極之的話咧，應該咧仲唔止咧輸兩球波。呢一場波咧，明顯嘅分野就係香港球員嘅體力不及對手。咁基本上咧，香港隊嘅表現咧，我哋大家咧係讚不絕口噶啦。咁和仔咧一路行咧，同陸家榮咧都討論緊呢個戰局。咁和仔今日咧表現都唔錯，但係咧唯一咧就係佢有啲有機會上半場有腳波左腳，咁啊冇辦法咧係射到波啦。咁下半場咧佢表現好噶，出個波好靚咧。上半場咧未輸一球之前咧，好靚個波，啱啱彈到對方球員俾巴貝利，但可惜巴貝利龍門口咧冇辦法撞到。如果巴貝利呢波入咗啊，咁我肯定咧個情況咧會改寫噶，因為咧就唔會咧轉頭咧輸個波噶。咁有時踢波嘅咧時也命也，咁啊真係咧香港隊咧就表現今日我哋大家咧係相當之滿意噶。咁其實咧我相信咧教練郭嘉明咧亦都係滿意香港隊表現噶。咁究竟係唔係咁咧？我哋交俾記者同佢傾傾啦。好啦，唔該曬啊，嘉明啊，嗱，今次咧其實香港隊咧真係表現得好好噶，但係居然輸2-0咁嘅戰果，其實你有啲咩感覺啊？有時咧，即係表現得好，唔係表示一定可以贏波啦。至緊要就係話咧，即係我哋可唔可以穩守得啦？我可唔可以把握製造機會啦？我可唔可以把握機會啦？咁個問題就話咧，我哋係有機會啦。上半場有兩三次嘅機會咧，係可以破關。下半場咧，就算我落後咗之後咧，仍然有兩個機會咧，喺龍門口裏面有機會嘅。咁但係亦都係啦，把握唔到。咁但係如果係即係你唔把握機會入唔到波咧，你永遠都唔會贏到波啦。咁但係今日嚟講，我對我班球員咧係好滿意。點解咧？因為佢第一咧，佢哋係拼盡啦，係鬥志係旺盛啦。唔係因為咧韓國係比較我哋高嘅，就我哋就放棄啦。咁呢樣嘢我係對我球員咧好滿意。咁結果嚟講，2-0咧有少少當然失望啦。咁但係如果場波係打得平嘅話咧，能夠1-1啊或者2-2我都好滿意嘅。咁但係結果即係南韓始終都係亞洲嘅一線球隊嚟㗎啦。咁所以今日嚟講，即係輸咗，我覺得都無憾啦。因為我見咗班球員咧係好拼啊，組織得好啊。咁但係都係差啲經驗啦。咁呢方面，我希望能夠咧喺嚟緊賽事裏邊咧係更加加緊改善。咁其實經過今次呢個比賽之後啦，咁其實你會唔會話對於一啲球員咧，即係自己本身嘅球員咧，有冇啲咩教訓俾佢哋喺呢場波嗰度領略到嘅？我都話即係重組香港隊咧，即係呢幾個月咧。我一樣就話我能夠改變嘅態度先啦，咁我已經達到個目標啦，即係球員嘅態度好好啊，紀律啊，同埋責任感好重啊，以代表香港為榮啦，呢樣嘢係佢睇嘅場上嘅表現啦，係見到佢哋可以做到咁樣。咁但係咧，當然啦，即係喺個打法上啊、技術方面咧，我仲要改善好多啦。我哋好多後防嘅空隙啊，要改善下啦，再嚴密啲啦。嗰個波失咧就係。張志德是一次漏踢，如果不是即我們沒有這樣的機會給對方的話，我們不會 輸失球，不失球的時候要下去，他對方緊張的時候我們可能就會有斬獲都不定，但是內容即比賽就是這樣的，你入不到波就注定是要失敗，但是今天我不覺得我們失敗，我希望能夠得到今次經驗，在以後的比賽更加集中一點和改善一點。咁未來香港隊咧，仲會有好多場硬仗打噶，咁包括咧要對呢個泰國噶。咁其實咧喺即係而家嘅情況底下咧，你哋仲能夠做啲乜嘢咧？
呢場係俾我呢個好經驗啦。咁即係正式嘅比賽，睇到我自己有幾多啦。咁就係喺三線上咧，防守我哋仲加強嚴密啲啦。中場嗰、那個組織啊，同埋埋門嗰個前邊咧，係更加把握得好啲啦。咁相信呢樣嘢咧，係我哋未來咧係要特別要改善嘅。好，咁希望香港隊咧能夠再打得好啲啊！唔該曬你，嘉明。好，交翻俾其他同事先。唔該曬。咁其實嘉明咧亦都扼要咗咧，就講出咧香港隊另一個弱點就係、是、射門啦，把握能力唔高嘅。呢、這個就成場嘅統計表嚟㗎，香港隊嘅射門嘅次數係高達十次嘅，雖然係比南韓隊啊多大概咧係六至七成到，但係事實上亦都係唔錯㗎。咁啊，究竟香港隊咧呢場波啦，主要佢哋嘅表現咧，我哋大致上咧係嘉明亦都係總結過啦。再俾大家睇睇咧，係呢場波嘅呢個下半場啊嗰、那個精彩嘅比賽片段咧。呢、這個頭槌咧頂埋咧批唔正㗎嚇，如果批得正的話咧有排搭㗎啦。咁啊頂波嘅咧就係九號嘅金道芬。啊 set 翻埋嚟一個倒掛，亦都係掛斜咗。咁啊下半場開波呢一段時間咧就南韓隊嘅攻勢咧非常之勁啊，俾翻咧都有埋門嘅機會。嗱李建和今次咧點啊？睇香港隊右邊咧策論攻勢。一出個地波巴貝利女士啊！呢、這個波巴貝利如果燙咗入去咧，就唔使啦，一翻轉頭咧就輸第一球波。呢、這個波巴貝利咧真係失機啦！如果咧燙入又唔同啦。好啦，跟住咧嗱，一個高波咧鬧埋呢邊西鬼咁樣咧轉身咧第二腳慢咗漏油，俾呢個咧就係徐正源咧扣翻埋嚟大位咧射入。南韓隊咧首先打開紀錄啊，徐正源咧就係建功。睇細位呢一架咧點樣扭啊！嗱，佢扭埋嚟，掹慢咗呢只腳，咁啊竟然間咧大漏漏咗俾徐正源用左腳一扣，扣翻埋嚟大位咧係射入網，一比零。南韓隊喺呢個時候下半場十六分鐘咧首先咧打開紀錄。跟住巴貝利嘅射咧就攤咗過嚟呢邊喎，再射彈過嚟呢度啦，爭一步，陳強咧就硬噶啦，想話硬個波埋噶啦，點知係爭一步咧，俾對方嘅守門員金炳子咧係救出嘅。嗱呢次歐偉倫買兩嚇，守門員接個波咧撞甩咗啦，歐偉倫一硬硬咗俾和仔咯，和仔咧剁埋嚟中間咯，阿雞一射彈到咧呢個咧就係二號嘅球員啦，金雙芬咧救出，再由巴貝利翻腳射又省到金雙芬個面咧彈出。唔夠運啦！呢、這個時候咧都未能夠咧追成平手，真係唔夠運啦。好啦，今次嘅角球開嚟又點咧？陳志強咧頭槌一批，又批歪咗呢個波。咁啊，呢個時候咧仲係落一球波啫喎，香港隊啊，呢次南韓嘅進攻唔掂，兜翻埋嚟。出之由呢個後備球員嘅崔文植啊，頭槌批埋入網，二比零啦。又係咧，徐正源咧嗱，徐正源咧就喺左手邊將個波斬埋嚟，崔文植頭槌咧批入，二比零。啊，呢個波冇越位噶，仲有機會，好在咧就係陸家榮醒一擒，擒咗甩甩地，再翻擒，我一的話咧輸多球添。好，陆家荣咧甩咗噶啦，好彩咧又掩护空门救出，又再扑翻。好啦，我哋总算睇完咧下半场嘅比赛嘅片段啦。咁其实咧，香港同南韩咧过去咁多年嚟咧，都轮来呢个机会系喺呢个比赛入边系碰头嘅。咁啊，我亦都谂翻咁多年嘅经验咧，南韩就好少咧喺对香港赛事入边咧，无论作客或者主场，喺上半场咧对香港队入唔到波噶。所以咧，如果根據呢個紀錄嚟睇咧，我哋香港隊今日嘅表現進步啦，已經進咗一大步啦。喂，但係咁話，大哥，如果我覺得只係咧上半場咧，南韓咧嗰班球員咧就硬係咧踢嚟咧係腳腳不靈咁樣，咁咧又特別咧係有個別球員咧係失準。咁啊，相反咧呢個香港隊咧就有體力啦。咁啊，其實呢場咧香港隊第八場重組之後嘅第八場嘅比賽，咁一路咧慢慢漸漸結立起自己嗰個風格啊，同埋啲球員嘅信心啦，同埋球員嘅士氣。咁啊，上半場真係咧打得好爽。咁啊，此消彼長之後咧，壓到南韓咧，真係咧我哋講嘅話咧，如果比嘅分數咧，南韓嘅分數肯定咧遠低於香港隊嘅上半場。説話要分兩頭講啦，南韓呢場波係咧係低水準嘅。
即係佢咧係偏離本身咧應有嘅水準。我講上半場咧係嗰個比賽整段，我都係咁嘅感覺㗎。但另一方面咧，香港隊咧，我大家見到有進步啊。好啦，打呢個去日本打，我哋雖然係睇唔到啊，但係我哋 TVB 亦都帶咗好多比賽片段俾大家睇啦。翻到嚟香港，亦都打個練習賽，亦都打個省港杯。一個禮拜之前，亦都喺小西灣對過啦，係大阪櫻花。幾場比賽，大家見到咧，香港隊嘅組織性啊，慢慢加強啦。直至到今日嘅上半場，大家見到咧，係究竟準備咗三個多月之後嘅香港隊，真真正正大家落嚟嘅拼之下嘅水平，係同南韓究竟又點咧？大家睇到啦，其實拉得好近嘅。喂，大哥魚啊，我哋已經練習咗三個幾月啫喎，其實好多嘢真係有時，即係講翻轉頭，本來唔係好應該，但係諗下諗下，其實如果足球總會能夠早啲去關注香港隊嘅問題，如果早啲開始練習，早啲訓練咧，我相信效果咧，的確係會唔同阿叔啊。都係覺得始終最大嘅分野都係體力氣力咧，下半場後段輸俾人啫。如果香港隊下半場啊有上半場咁嘅體力氣力同佢周旋咧，肯定呢場波贏唔到都係和波噶。果然俾我哋估中啦，下半場嘅後段真真正正港隊球員嘅體力咧唔及得呢班後生仔。事實上咧就今次嚟呢度南韓啊呢班後生仔嘅表現咧，始終我都覺得咧就唔及得以往南韓國家隊嗰個勁度咁足噶。問題咧即係藉住港隊下半場後勁不計咧，咁就執到兩個入球。咁大家千祈都唔可以忘記咧，就頭先郭家明講過啦，香港隊咧另外一個好大嘅弱點就係咧埋門嘅把握唔強啊。嗱，換個例講，上半場南韓嘅後衞一樣有塔嬌漏油嘅。咁但係李健和就唔識把握機會，但係換返轉到咗下半場，同樣嘅事情發生喺張志德嘅身上嘅話，徐正元就曉得將呢個波送入網啦。嗱，嗰個分野就喺呢度啦，領先同落後就在乎嗰個埋門嘅把握掌握得好唔好啦。嘉明講得好清楚，香港隊除咗喺個體力方面咧係要加把勁之外咧，喺個技術方面，特別係前鋒嘅埋門方面，亦都要咧繼續係磨練。咁但係可惜咧，呢樣嘢咧就唔係話一招半式可以咧達到嘅事，咁希望咧香港隊嘅球員咧係借取呢場波嘅教訓，繼續努力啦，係嘛？大家如你講得啱，我覺得有時咧都話咧啲嘢咧唔好講翻轉頭，最緊要睇前面點樣啦。今日呢場賽事嘅俾我哋個啟示咧就係、是、香港嘅球員咧有能力咧其實做到好多嘢噶，面對住強於南韓咁嘅球員咧，都有嗰樣壓到佢咧打唔出佢嘅水準噶。咁所以咧嚟緊嚟講，我哋香港嘅足球隊咧點樣去訓練咧，其實就睇足總方咧又點樣安排。我哋寄望咧嚟緊一場香港有好嘅成績，再下一兩屆都有好嘅表現。好啦，咁啊今日節目嗰段落啦，好，拜拜。拜拜。